我只是进行了龙族的觉醒仪式，竟让所有的长老尿布室都尿湿了。只因我获得了四种元素之力的认可。而通常只要觉醒两种就可以成长为龙王的存在。所以你这家伙真的是龙族吗？男人本是一个癌症患者，在经过四年的化疗后，还是离开了人世。看着那高低起伏的生命线，最后重归于林。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没错，他转生了。看着眼前奇异打扮的男人，他很是疑惑。 可当他看见一旁的镜子后，却是顿时愣住。这家伙是谁？该不会是我吧？我转生成龙了，为了接受这个离谱的事情，他苦恼了好几天。不过他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因为这可是站在大陆巅峰的龙啊！在无数的小说和漫画中没有弱龙，重生为世界上最强的龙族，却感觉还不赖。最重要的是，龙族的寿命是其他种族不可比拟，他们平均都能活10000年，跟上一世相比，这无疑是最好的礼物。此刻他已经笑得合不拢嘴。就在这时， 一个男人将他抱起，而他正是伊罗的父亲。现在我们该去吃饭了。很快，伊罗就来到餐桌前，可他现在内心却是非常挣扎，因为他没想到龙族的食物竟然是这种黏糊糊的东西。这东西真的能吃吗？我伊罗就算是从这里跳下去也不会吃一口。但是我现在是一条龙，只能入乡随俗了。紧接着，伊罗快速将食物放进嘴里。哎呀妈呀，真香！蛋白质是牛肉的60倍。他也没想到龙族的伙食这么好。随后，一旁的父亲让他多吃点，这可把他看傻眼。爸爸的眼神好肉麻。闻此，他犹如晴天霹雳。爸爸是谁？原来龙族这边只有父亲这个名字。 紧接着，他灵光一闪，既然如此，那以后你就叫我爸爸，快叫爸爸。于是伊罗露出了十分嫌弃的眼神。这家伙难道是傻子吗？不过听他的意思，好像他也是一条龙，好像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。随后，伊罗缓缓开口：“你叫什么？”这可把老爸吓醒。都过了一个月了，你才想起问父亲的名字。儿子，听好了，你爸爸的名字叫杰尼洛克。因此，伊罗顿时愿住，因为他感觉这个名字无比熟悉。该不会是那个蔑视魔龙杰尼洛克吧？这下的伊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此刻，他被吓得瑟瑟发抖，随即便离开了这里，因为他要正视一件事情。关于这个幻想世界，他越来越怀疑。很快，他就来到了书房。经过他查阅大量的书籍，果然和他的猜想一样，霍华德帝国，这是他死前读过的网络漫画中出现的帝国名称，所以他不
杀死了他的儿子后，他就血染了整个大陆。不过他应该有很多个孩子。紧接着伊罗便询问父亲还有没有哥哥兄弟姐妹，可得到的答案让他冷汗直流，因为他和妻子约定只生一个孩子，也就是说之后也不会有，那这就代表死就是他自己。没想到我这么懂。再见了我的爸爸，我重生了，但是是一个短命的家伙。回到房间的伊罗很是郁闷，因为这结局还是和上一世一样，可我就应该要认命了。与其无助的等死，倒不如竭尽全力改变自己，因为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伊罗清楚的记得杰尼洛克变成魔龙的年纪，通过这个就能查出他死前的时间点，农历3589年，而现在是3090年，那就是在他498岁到499岁之间。只要我活过这一时间段，是不是就可以改变剧情了？到时候就可以以强大的龙族活下去，哈哈哈哈。画面一转，现在又到了干饭时间，而伊罗的饭量让父亲也感到震惊。龙族的伙食就是好，这一生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肚子，要做一个坚强的干饭人。与此同时，一只黑色的甲虫正悄悄地靠近，随后落在了他准备吃的食物上。见此，父亲被直接吓出了本体，儿子快住嘴，随即一巴掌拍了过去。对此伊罗很是生气，喂喂喂，不要糟蹋我的美食。当杰尼洛克抓到虫子才松了一口气，虽然这个虫子对成年龙没有危害，但对幼龙来说它可是剧毒无比。闻此伊罗顿时心生尿意，所以刚才我差点嘎了是吗？对此他才想到自己不能掉以轻心。画面一转，伊罗正悠闲地探着手上的书法，可他不知道的是危险正悄悄来临。一旁的傀儡士兵突然朝他挥动巨斧，就在他准备看到太奶之际，父亲一个顺身来到他身前，将傀儡一把捏爆。看来尿不湿带够了也没用，谁能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差点死了两次，难不成我身上带有诅咒吗？而接下来的几天证实了他的猜想。在一个晴空万里的早上，他第一次踏出了城堡，就在他以为可以开心的玩耍时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而此刻他内心感到了一丝不安。下一瞬，一道闪电径直朝他劈去，所以这又是什么鬼？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闪电让他没开耳朵。这下子好了，尿不湿都用不上了。万万没想到还有第三道闪电，老天难道真的要嘎人了？而我的老父亲只能抱着我冰冷的躯体痛苦。儿子，你怎么就没了呀？画面一转。此刻回到房间的伊罗还心有余悸，谁能想到大半天会被闪电连续劈三次，想必是原著中的剧情强迫他去死，可离死亡时间还有好几百年了，并且还是死在人类手里。难道是我现在不想死就是改变剧情吗？醒醒的，难道我现在死了就不会诞生魔龙了吗？此刻一堆问题让他越来越乱，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因为他需要一些应对之策，那就是要有保护自己的办法。随后他推开了父亲的房门，没错，那就是爹来。于是他直接伸手让爸爸拿出家里的保命装备，什么时间沙漏女妖面纱心之钢通通来一套，可却被父亲告知现在等级太低无法使用，并且还要有相应的属性才行。乖儿子，过几百年就可以学了。可伊罗拿出了卖萌术，讨厌，我现在就要学。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老父亲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们先要去一个地方，龙族的孩子第一次了解自己的属性都要拜访长老。闻此伊罗顿时一愣，但不管如何他终于能修炼魔法，别的不说，叫爸爸真管用。而他此刻也好奇龙族的长老都在哪里。杰尼洛克笑了笑，傻儿子，当然是在天上。下一瞬老父子就变成了一条帅气的男人。
见此，伊罗两眼放光，我以后也能这么帅吗？随后他怀着忐忑的心爬上老父亲的手上，杰尼洛克一个瞬身就来到了天空中，没想到飞了半天还没到头。待杰尼洛克穿过云层，我们就来到了太空外面。所以龙族的长老都在外太空吗？而这就是龙族的圣地樱花城。片刻之后，我便来到了宫殿内。随后杰尼洛克向桑德拉给予了问候，他是元老级古龙的首领，而伊罗也慌慌张张地向他们行礼。见此帕慕斯很是满意，没想到已经过去623年了。随后在两人的对话中，伊罗得知了他就是爷爷。此刻我露出了一脸崇拜的目光，原来我的爷爷这么帅气的吗？这可把帕慕斯听得泛起了泡泡茶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是谁的爷爷，这可羡煞了一旁的元老。紧接着大元老示意杰尼洛克，现在孩子还小，学习魔法是不是太早？在得知了是伊罗自己提出的，帕慕斯高兴坏了，真不愧是我的孙子，老家伙你就嘚瑟了。随后元老便让伊罗站到中间，伴随着元老们发动自己的元素之，吾以元素之神的名义，请聆听我的召唤。此刻伊罗感受到各种不同的属性，在元老的指引下，他第一个就获得了时间元素的认可。闻此杰尼洛克顿时吓一跳，因为非自然属性一般比自然属性强。就在这时，帕慕斯手上的力量元素也有了反应，这可把他高兴坏了，没想到我的孙子拥有双重属性。我还没等他说完，莲华元老的空间元素也有了反应，这让大元老都感到无比震惊，因为只有超级龙王凯瑟斯和暗黑龙王罗特贝利亚拥有三种元素，想必这孩子将会改写新的历史。而此刻另一名长老慌慌张张的示意众人，大家还漏了一个精神之力，此刻的伊罗还在开心的与元素之力玩耍，嘿嘿，都是我的好宝贝。就在这时他发现大家怎么都不说话，当他抬头看去，发现所有的元老都瞪大了双眼。所以你小子真的是龙族吗？见此伊罗顿时愣住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老父亲更是吓得冷汗直流。画面一转，他便回到了家里。伊罗也没想到自己能觉醒四种元素之力，能让那群长老露出那样的表情，想必这是一种打破平衡的存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部作品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自己解决吗？但拥有这么好的才能有什么用呢？我还没长大，说不定就嘎了。不过还是有希望的，虽然经历危机是事实，但同时也是机会，只能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。奥利，勇敢的龙龙不怕困难，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原作里的罗伊，并且还对漫画剧情有了大概了解。现在让伊罗困惑的是魔法技巧诀窍和自身属性技法，先熟悉哪些比较有利于生存呢？思考片刻，他决定同时开始，毕竟这个身体是集法力祝福于一身的龙，而且同时具备了四重属性。就在他准备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没想到干饭时间又到了。作为最强干饭龙，干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，虽然这些灵药都是非凡的存在，如果普通人随便吃就容易爆体而亡，龙的身体拥有自然法力，可以转化为自身的属性，这一切都与龙之心有关。伊罗此刻只想好好干饭才能变得强壮，没想到吃饭还会累人。画面一转，就在伊罗睡觉时，他的上方突然出现一个空间隧道，随后一把叉子凭空出现在房间里。第二天伊罗起床时却突然摔倒，并且那把叉子就立在他摔倒的地方，这可吓得他冷汗直流，这是什么荒唐的死法，看来以后要更加小心才行。没想到又到了干饭时间，可就在他吃饭时，他的眼前一黑，当他再次睁眼却出现在了床上，这让伊罗感到非常奇怪，感觉记忆短片了一样，并且玩偶也修好了。随后他慌慌张张地找到杰尼洛克，并诉说了这些奇怪的事。闻此老父亲也是一愣，便示意伊罗不用紧张，因为这是每条龙都要经历的睡眠期，龙的一生要经历两次，而你第一次睡眠期要到了，一般也就沉睡个100年左右。闻此伊罗顿时傻眼，睡觉要100年，这简直是在耍我呀。对此他很是抗拒，因为留给他学习的时间本来就不多，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，他决定列出容易睡觉的事情，可没想到坚持几天已经困得不行。当他再次拿起书本时，眼前却是突然一黑，伊罗你要坚持住啊。可他再次睁眼发现老父亲已经在他身旁，这让伊罗很是疑惑，我只是打了一个盹。可杰尼洛克却告诉他今天是他第100岁生日。闻此伊罗目瞪口呆，原来就在此前伊罗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。见此杰尼洛克只能把他抱回房间，但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情，伊罗的房间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了倒塌，就感觉有人故意破坏的影子。为了保护伊罗平安度过睡眠期，杰尼洛克牺牲寿元一直保护了他整整60年。随后他开始调查这一切的起因，但都没有任何线索。为此他毁灭了一切会对伊罗造成伤害的东西，并且跟帕慕斯诉说了所有的事情。帕慕斯示意他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天才的成长总是伴随着灾难，但不管是神明还是恶魔，杰尼洛克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的。画面一转，伊罗看着镜子中帅气的自己，发现确实长高了一点点，可让他好奇的是自己为什么没有变活吗？毕竟他可是足足睡了100年，难道我睡觉的时候他不动了？真是让人摸不着头绪。但不管如何自己还是活下来。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爸爸看起来消瘦许多，想想自己确实让他挺操心的，从现在开始做个听话的好心人吧。不知不觉又过了100年，伊罗终于有足够的魔力支持他变成人形。就在他练习的时候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是一只星光精灵。原来就在伊罗的休眠期结束的时候，杰尼洛克就给他送了一份礼物，可没想到从里面蹦出一个小，这可把伊罗吓一跳。在本能的反应下，他被顺势抽飞出去，因为当时他还以为是一只大苍蝇。而见到龙族精灵也是非常荣幸的介绍自己，从他口中得知精灵一生最大的想法就是侍奉龙族，为此他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服饰，只为能够展现自己。这可把伊罗听得一愣，难道要把活着的精灵当玩偶吗？对此他很是抗拒，并要求杰尼洛克将他送回去，却不料芬恩死死地抓住他的尾巴，恳求让他留下。没办法，所以伊罗只能暂时将他留下。不过他们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，空间魔法可以收纳任何东西，让伊罗随时随地填饱肚子，却感觉还
还不赖。与此同时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伊罗也没想到他又来了，但他却没有感到丝毫畏惧，因为他有这个可以吸收雷元素的石头，并且还能让他转化为终极元素石。现在又获得了一颗中品。就在伊罗拆下时，没想到贼老天还留了一手。不过幸好伊罗还修炼了魔法。原来伊罗为了能规避伤害，他只注重空间属性，所以其他属性都是一般般。但不管如何，这也让他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我转身成龙了，一条身患绝症的龙，但可不要小瞧了。因为我可是觉醒了四种元素之力，连那些上万岁的老家伙都只能干瞪眼。虽然才刚刚来到龙族，但我还是得夸一下龙族的伙食，只能说真香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老父亲好像有什么了不得的心思，原来是库尔达克元老这次要退役，这让伊罗很是疑惑，老爸为什么要去银花城？杰尼洛克挠了挠脑袋，我可能要去接替他的位置。对此，伊罗竖起了大拇指，我老爸真的很有能力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不断修炼成长的不只是伊罗一个人，杰尼洛克更是达到龙族无法超越的境界。这种程度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最终宝。在这恶与魔两种元素之力的加持下，最后让他成为了最强的暗黑魔龙，但这次不会发生那种事。与此同时，老父亲却是欲言又止，这让伊罗摸不着头脑。原来在他接替长老位置后就不能回家，一般有抚养孩子的龙会排除在外，但奈何杰尼洛克是出众的候选，并且要担任十年之久。闻此，伊罗也是一愣，什么才十年？您就放心的去吧，打个瞌睡就过了，我还以为要花几百年才会得，现在才十年了。闻此，老父亲伤透了心，我儿子不要我，你不会是期待我哭着缠着你不走吧？老父亲笑了笑，哈哈哈，尴尬了，怎么会？你真的不挽留我一下吗？见此，伊罗轻叹一声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画面一转，老父亲就要前往银花城了，于是就叮嘱他要好好吃饭休息。可伊罗却是受不了，因为他一件事情已经说了一个小时，再不去就要迟到。紧接着，老父亲拿出来一个小包裹，这是一个通信宝石，只要伊罗往里面注入魔力，就可以和他通话。见此，伊罗两眼放光，这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宝，那应该也能联系到银花城吧？闻此，老父亲立马傻眼，嘿嘿，好像可以吧？伊罗顿时无语。片刻之后，杰尼洛克缓缓扇动翅膀，而在空中，他还不忘叮嘱伊罗：“好儿子，记得想你爸爸。”伊罗轻叹一声，我就说他像一个傻子。原来伊罗从别人口中得知了，在他休眠期这一段时间，杰尼洛克在房间里保护了他整整六十年。他知道老父亲很疼他，所以他想要赶紧变得强大起来。但现在是不是意味着他今后只有一个人？对此他很是开心，可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因为他这里迎来了两个捣蛋，而芬恩就惨了，被两人争来夺去，最后还是伊罗出手将他救下。他们本是一对双胞胎子，但总是一见面就掐架。姐姐名叫卡，弟弟名叫夏娜，他们的父亲一样被选中接替长老位置。对此，伊罗也很是无奈，他们是隔壁山头的邻居，但同时姐弟俩也是一个画。杰尼洛克怕伊罗一个人孤单，所以才把他俩找来了。虽然他们确实挺可爱的，没错，可爱死那种，这哪里是过来陪伴，分明就是送了一对修罗。伊罗一句话没说完，他们已经炮轰了十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是怕罗伊孤单才来玩的，你太坏了。紧接着夏娜拿出来她带过来的玩具，见此伊罗顿时傻眼，这哪里是玩具，分明就是宝贝，随即一个顺身就拿走了。而他对此很是好奇，这真的是你们的玩具吗？原来这是他们从仓库拿出来。对此伊罗很是怀疑，真的得到卡洛斯叔叔的许可了吗？而两人的表情已经出卖他，被我猜到了吧？伊罗看着手上的魔剑，上面的空间之力竟然是他的好几倍，并且上面还有一个魔法阵，看样子是魔法回路出了问题。虽然芬恩也会空间魔法，但对此也束手无策，因为阵法比他的魔法还要高几个等级。从等级上看，里面似乎有很大空间。闻此，伊罗结结的笑起来，那想必里面会有了不得的宝藏。画面一转，经过一下午的修复，魔剑的阵法终于修复，姐弟俩也很是期待。伴随着伊罗注入魔力，一个传送空间赫然出现，并且入口越来越大。下一瞬，他们全部进入到空间中，没想到魔剑还与这个山洞链接在一起。可就在这时，魔剑的宝石传来一阵轰鸣声，随后应声碎裂了。见此，三人直接傻眼，完蛋了！夏娜嗷头大哭起来，伊罗毁了我的魔剑，爸爸发现了会揍我。紧接着，伊罗便询问卡尼会不会使用这种魔剑，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，只知道这是他曾祖母。没办法，现在宝石坏了，所以他只能寻找其他出路。片刻之后，他们很快来到洞口的尽头，可没想到被冰墙堵住，但这可难不倒他。伴随着伊罗凝聚魔力，洞口一下子就被炸开。可他们却是被眼前的景象愣住，没想到是一座巨大的冰山，而冰山是只有在大陆的最东部地区才有，也就是说他们来到了距离龙族千里之外的地方。生不逢时，这回老天真的要嘎了我龙傲天，想必叫爹来也没用了。原来就在伊罗修好了空间法阵之后，没想到直接被传送到了大陆的最东部。因为这个世界的设定是四个大陆并存，各个大陆常年保持着相同的气候，春季大陆全年气候温和，夏季大陆热带气候烈日炎炎，秋季大陆的气候比较凉爽，最后是寒风凛冽气候恶劣的冬季大陆。而龙族居住的是位于春季大陆的高山上，伊罗更加确信了他们现在的位置。这下子好了，回不去了，勇敢的龙龙不怕困难。可伊罗的内心还是十分崩溃，而后面的两人还在唧唧歪歪，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就算是会飞在这里也行不通，因为这里的雾气会阻挡龙的视线，现在光是呼吸就足以让人喘不过气了。等要是被爸爸知道我失踪了会怎么样？说不定会满世界，然后变成一条魔龙吧。伊罗猜到以杰尼洛克的性格肯定会那样。就在这时，他想到了口袋里的通信宝石，但任凭他如何呼喊也没有得到。完蛋，看来是距离太远了，
随后伊罗询问精灵直接穿过东部的海峡会怎么样，文斯芬恩果断地拒绝他这个提议，因为这两个大陆之间的海域已经被魔污染，里面盘踞着各种强大无比的魔物，就算是成年龙也只能避而远之。而伊罗也好奇从大陆回去要多久，经过芬恩的计算大概也就十年左右。伊罗思考片刻，说不定能在老爸回来之前赶到家。紧接着他跟姐弟俩说明了现在的情况，我们必须要在十年内赶回去，但我们不能用飞行，因为被人类发现的话有可能会被抓走，所以我们只能步行走十年才能到家。夏娜对此很是疑惑，十年内回不去会怎么样？伊罗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如果爸爸们回去没有看到，他们就会把大陆变成魔海。闻此两人顿时愣住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伊罗才想到这些家伙可是，看来要换一个说法才行，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回去，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，也许卡洛斯叔叔一百年内不仅不买零食，连玩具也不买。闻此两人内心开始慌了，果然比起大陆的安宁，你们的零食和玩具更重要。随后伊罗示意两人接下来由他当队长，可没想到两人却抢着要当队长，需要足够的才华才行，可他们却以伊罗比他们小为由拒绝了提议。实际上伊罗只比他们小一个月，按人类的时间换算他只不过是晚了一个小时。为此三龙开始为队长职位打起，这可把精灵看得一愣，看来十年不一定走得完。经过和平的探讨之后，最终由伊罗担任队长，芬恩担任辅佐官，塔尼是副队长，而夏娜则是副副队长，光杆小队就此成立。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如果猜的没错的话他又要，可一旁的姐弟却是两眼放光，一股脑就抱了上去，这两个家伙当自己是风暴龙王吗？还想要免费的电流，没办法只能任由他们。看着雷声越来越大，伊罗几人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就在他们以为可以享受酥麻的按摩时，没想到等了个寂寞。按理来说闪电不会打天雷，伊罗万万没想到贼老天学聪明，突然他听到远处传来震动的声音，带他抬头看去，没想到是雷电引起的雪崩。见此他只能拎着这两个倒霉蛋逃跑，但以他们目前的速度根本无法逃离，该死的只能使用他们。紧接着伊罗便开启了空间隔离魔法，但还是被大雪击飞了出去，只有这两个活宝还跟个没事人一样。画面一转，热情的雪花终于冷静下来，随后伊罗便从雪中窜出，狗贼的不过是两朵小雪花，你想打人我偏不让你如愿。而身后的捣蛋鬼却还想要来一次，这可把伊罗愣住，反手就是一个左手右手慢动作。本小龙还想多活几百年，而两人只能委屈巴巴捂着脑。待伊罗回过神来，没想到现在连路也看不见，于是姐弟俩提议先在这里玩一阵子。紧接着夏娜便一头扎进雪里，见此卡尼也紧随其后。伊罗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带着这两个拖油瓶要走到什么时候？就在他呼喊两人时却没得到任何回应，见此他只能上前查看。突然一阵失重感涌上心头，随后径直朝洞口下坠，没想到这里会隐藏这么深的暗处。很快伊罗就滑到了尽头，可没想到等待他的不是地面，而是一个悬崖，这下子糟了。就在这时有两条小龙拖住了他的双脚，尽管伊罗安全地回到了地面，但他的魂已经丢了一半。崩的一声，姐弟俩再次变成人形，这两个家伙不知道什么是危险。等伊罗回过神来，发现这里不是自然形成的洞穴，对此他很是疑惑，因为他第一次来这里，但感觉却一点也不陌生，就好像是在哪里见过，看来只能先找出口。听到找出口，姐弟俩争先恐后的选择位置，但很快他们就停下了争吵。随后只见尼卡指着前面的门口，带伊罗顺着方向看去，没想到里面还有一群身穿铠甲的士兵，而士兵见到入侵者后也是突然活过来。完蛋，现在烧高香还来得及吗？见过真正的恶龙咆哮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个淘宝。在伊罗转生成龙后，终于迎来了刷副本变强的道路，而这些刚刚苏醒的傀儡就是第一关。见此夏娜很是疑惑，这些就是书上说的人类吗？卡尼没想到人类的眼睛还会发出红光。就在这时伊罗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难不成这些是寒冰战士？在原作故事开始之前，据传拯救世界于危机的英雄王盖伦德玛西亚，他的陵墓就是寒冰守护的。伊罗很是庆幸，真的会有这么巧合吗？如果真是英雄陵墓，那原作里出现的东西不也在这里？就在这时芬恩打断了伊罗，因为这些傀儡要对他们发起进攻，副队长和副副队长做好准备，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。下一瞬两人一个弹射朝士兵袭去，别看他们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真要打起架来比谁都猛。只见夏娜使出一击踏前尘，随后手中的长剑径直朝傀儡威胁，可人类的兵器怎么可能比得过龙族的宝？伴随着剑光划过，傀儡便应声碎裂了，没想到手杀被弟弟抢，卡尼很是不服气，紧接着他的眼神变得锐利，一击双剑滑斩朝傀儡袭去，弟弟还是弟弟。伊罗也没想到这两个家伙的表现还不赖，看起来他们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游手好闲，因为这些傀儡相当于二级战士的实力。看着源源不断的傀儡，伊罗打算加快清理的速度，下一瞬一道时间魔法从他手上释放，并全部缠绕在傀儡的巨斧上，被时间魔法加以限制后，傀儡怎么也挥不动手上的斧。两人知道是伊罗出手了，夏娜明白伊罗的意思，随即加快了速度，不知道这是谁的部下竟如此凶猛，仅仅是一个转眼的时间，傀儡就剩下最后一个，这可把傀儡看傻眼，我们不要面子了。伴随着剑光划过，该结束了。看着地上遍地的残骸，可两人感觉还没有玩够，见此伊罗示意他们不用担心，因为接下来带他们去更好玩的地方。闻此姐弟俩一下子来了兴趣，画面一转，只见伊罗正悠闲地品尝甜点，两人的表现把精灵都看得一愣，这些家伙真的是小孩子吗？而身后的伊罗则是负责给他们提醒，不管是突然来袭的暗箭，还有上面掉下来的巨佛，就连朝着回廊撵过来的巨石，伊罗也精准预测到，这再次刷新了芬恩对龙的认知，果然不能用年龄评判一条龙的实力。而他也非常好奇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，
当他从伊罗口中得知后，也是非常震惊。真的是那个英雄之王盖伦德马西亚吗？伊罗给予了肯定。英雄之王就埋藏在这里，这些冰傀儡就是证明。只要把这里通关，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。原作初期为培养主人公队伍能力值而设定的场所，也就是新手奖励。这些机关还没有被破坏，所以他肯定这里的宝物还在。我的副队长们，准备进行下一场战斗。很快几人便来到了下一个关卡。看着这个奇怪的地方，姐弟俩也很是好奇。伊罗也猜到了这里就是最后一个关卡，这里有十只奥拉夫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只要通关前面那扇门，里面就是英雄之墓。还没等伊罗开口，姐弟俩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。果然是有着龙族血脉的家伙，面对强大的敌人也毫不畏惧。龙这个生命体天生就注定要登上顶峰。在得到伊罗的允许后，姐弟俩便发起了进攻，而伊罗则是在后方输出。在三人的配合下，这些奥拉夫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。精灵只能尴尬的笑了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呢。经此一战，两个活宝才感到心满意足，而伊罗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嘿嘿，都是我的宝贝。伴随着大门缓缓推开，里面果然遍地都是财宝。见此夏娜两眼放光，因为这比他父亲的宝库还要多。随即一头扎入金币的海域中。在大家都在感叹发财时，只有伊罗不为所动，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英雄之王盖伦。本是无比强大的轮子，可在这个人类面前却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，只因眼前的男人是 T0 的存在。英雄之王盖伦德玛西亚在伊罗通关所有关卡后，他终于见到英雄之王盖伦。精灵也没想到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，他的样貌还跟活人一样。与此同时，伊罗注意到冰墙上有一行字，居然是远古时代的文字，上面记录了那个时代结束的过程。天地诞生了光明与黑暗的创造物，并将他们称之为善与恶，但他们都是极其高傲的。每次爆发战争，他们都不会在意底下渺小的生物。最后在龙族的带领下，人类将剑指向了那些以神明自居的家伙。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龙族和人类最终取得了胜利，但盖伦却给世界留下了一句警示：当龙族再次出现在人类的视野，就是善与魔重新降临的时候。见此，伊罗也是顿时愣住，龙作中真的有这样的设定？没想到还藏了一手隐藏剧情，但现在这些已经不是重点。随后伊罗将目光看向地上的书籍，盖伦的毕生所学都记录在上面。一个以人类之躯达到顶级的天才，而原著中的主人公孔德里克成为最强者已是靠了。现在他获得这个，就算放弃所有的宝物他也觉得无所谓。但这么多金币放在这里也是怪可惜，还是拿一些以备不时之需。可就在这时，伊罗却察觉到身后传来异动。当他回头看去，没想到盖伦的冰块正出现裂痕，下一瞬竟然直接碎裂了。见此伊罗顿感不妙，英雄之王苏醒了，但原著中可没有这些剧情，这让姐弟俩也感到害怕起来。当从伊罗口中得知是英雄之王后，顿时被吓一跳，难道是传说中的那个盖伦？紧接着伊罗示意两人赶紧跑，可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，盖伦已经开始挥动手中的巨剑，但此刻伊罗的身体却无法动，这就是满级的实力吗？该死的，只能用尽全力拼一把。下一瞬，只见一股强大的能量快速地向他手上汇集，而英雄之王手中的剑也顺势挥下。伴随着伊罗掷出能量，攻击径直穿透了盖伦的身体。成功了吗？可盖伦的剑气却没有停下，而是直朝伊罗劈去。爆发的气势足以毁天灭地，平整的地面霎时间变得破烂不堪。当烟雾慢慢退去，没想到只留下了一条巨大的鸿沟，这让精灵感到十分崩溃，因为他以为伊罗被杀死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在攻击到来之际，伊罗也感觉自己完蛋，可片刻之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任何伤害。见此，纷纷悬着的心才得以落下。伊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当几人回过神来，发现整个洞府已经被盖伦的大宝剑劈开，这可把伊罗看傻眼。人类真的能达到这种高度吗？与此同时，他注意到盖伦的双手，好像是他故意改变了攻击的反击。随后他手里的剑径直掉落，并示意几人赶紧离开。就在他消散之际，让伊罗小心魔族，可伊罗却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，看着洞穴准备坍塌，他也来不及多想，随即便化成了龙形。而一旁的姐弟俩还没缓，伊罗示意两人赶紧变身，随后三条小龙直奔坍塌的洞口飞去，但前面还有很多巨大的冰块阻挡了去。见此，伊罗随即凝聚魔法朝冰块轰去。就在洞口被覆盖之际，几人成功的逃离了出来。好险，总算是逃出来了。伊罗也没想到英雄之王为什么没有杀他，如果刚才没有改变方向，想必他们已经死一百了。并且刚才他好像还说了什么，但声音断断续续。不过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性命，而且盖伦的修炼功法也拿到手。就在这时，纷纷打断了他，因为那两个活宝好像状态不好。画面一转，几人便回到了地面，姐弟俩还在嘤嘤嘤的流泪。伊罗也知道他们肯定是被吓到了，毕竟连他现在还心有余悸。紧接着他便拿了两个灵果安慰他，因为他们的魔力都耗光了。这也是伊罗转生第一次把魔力用尽，吃饱之后当然是舒舒服服的睡一觉。就在伊罗躺下之际，两个活宝就钻了过去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二天，姐弟俩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笑容，并开心地打起了雪仗，就好像昨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样。不得不说，龙的心态真好。与此同时，伊罗也感到奇怪，像这样的地方一般来说都会有怪物出没，并且在这种极寒天气他们会出来觅食才对，现在一只也没发现。闻此，精灵也是一愣，因为主人身上有龙族的气息，再强大的怪兽也没有胆子靠近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就在这时，夏娜打断了他，因为他看到山头对面冒起了浓烟，于是几人便打算前往查看。可当伊罗赶到时，却是一脸惊愕，因为这个村庄好像遇到了袭击。当伊罗前往寻找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。看着地上的猛兽，他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。就在他们准备休息的时候，却听到后方传来马蹄声。见此，伊罗一把将姐弟俩拖走，随后便躲在一旁的角落，因为他知道突然出现转折，一般都会有死亡。
从此两人一脸呆愣。 Flag 能吃吗？希望这些人能快点过去。紧接着一个男人便从马车上下，他正是此地的领主。看见如此凄惨的景象，领主示意夫人不要出来，但他还是拖着生病的身体走出来。作为领地的女主，我有义务去安慰他们的领主。看到眼前的景象，让他想到了已经失去的。紧接着夫人便询问还有没有幸存者，统领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些猛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发生了暴走，现场无一人生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旁传来异常的声音，这可把伊罗看得一愣。没想到夏娜打嗝的动静会这么大，下一瞬士兵便把他们包围了。该死的，就知道会有变故。紧接着统领便示意躲在后面的人出来，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随后他便挥出了一道剑气，伊罗身后的木板应声碎裂，而金龙也因此被击飞出去。但统领却是一脸慌张，因为他没想到后面躲着的是三个孩子。就在这时，伊罗突然想到什么，随即嚎啕大哭起来。这可把两人看傻眼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紧接着伊罗用眼神示意两人，而两人也是心领神会，很快就明白伊罗的意思，当即就哇哇哇的哭起来。这谁看见了不会心软？伯爵夫人便上前将他们抱在怀里，看来两人平时没少演戏吧，都可以提奥斯卡小金人了。于是伯爵夫人提议先把他们带回伯爵府，伯爵也同意了他的谈，毕竟几个小孩也无法独自生存。闻此伊罗也是一愣，他们不会真的要把我们带回去。画面一转，伊罗几人便出现在伯爵府里。本来想假装糊弄过去的，他也没想到这两个家伙演技会这么好，并且伯爵夫妇也是两个好心肠的人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就在这时，一股热水突然就打在了他的脸上。这两个活宝真的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玩起，真羡慕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。片刻之后，几人便重新换好了新的衣服，而伯爵夫人已经被他们准备好了美食，俩人瞬间化身为最强干饭人。他们怎么会适应的这么快？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样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芬恩正顺着方向寻找伊罗的气息，很快他就找到了位置。画面一转，就在伊罗起来查看时，却听到了伯爵夫妇的对话，而他也是从两人口中得知了他们失去孩子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就是他对我们这么好的原因吗？可接下来的话让伊罗不知所措，因为伯爵夫人想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，他还随手炼制的药水，让小镇的出生率达到了历史新高，只因这是一种能让铁树开花的药水，就算是两根钢筋也能让他们缠在一起，而精灵却把它撒在了所有的食物上。那一晚小镇彻夜未眠。就在伊罗几人被带回伯爵府时，却不料伯爵夫人想把他们收养，而伯爵家族是冬季大陆最强的家族之一，成为他们的养子，也就是说他一瞬间就成了这个国家的核心人物。想必伯爵也很为难这件事情，看来是伯爵夫人对失去孩子的执念太深，得想个办法在事情变得更麻烦之前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伊罗听到窗外传来动静，当他看去没想到是芬恩，随后他讲述了在路上遇到了一点小事情，但好在有惊无险。就在他示意伊罗可以离开时，伊罗却表示多留几天。闻此精灵很是疑惑，原来伊罗得知伯爵夫妇的情况后，想要帮他们一把，毕竟他们对我们这么好，直接走了实在是过意不去。随后精灵很快就想到了办法，因为龙族很重视第一次的缘分，而伊罗几人也是第一次遇到他们，倒不如给他们送一个孩子，这样事情就解决吧。伊罗挠了挠脑袋，小孩哪有这么容易生出来。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送小孩也不是非要现在给他们，只要他们有了孩子事情就解决了。那么接下来开始实行计划。画面一转，姐弟俩就找到了伯爵夫人，而他们则是负责陪夫人玩耍，相信他们可以做到的。很快伊罗就前往另一地，因为伯爵看起来比较严肃，所以由他负责。伯爵也没想到眼前的孩子一点也不怕，感觉就像他失去的孩子一样，而他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见此两人也是非常感动，因为他们很久没有看到伯爵这么开心。画面一转，伊罗正整理今天收集的情报，而这是为了了解伯爵与夫人的接触时间。可卡尼对此非常疑惑，他们今天的任务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？伊罗自信地摇了摇头，你们还小肯定不会懂，因为伯爵夫妇失去孩子后就变得疏远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拉近他们的距离，让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，然后自然而然地创造历史。这可把两人听得一愣，为什么要晚上写历史？紧接着伊罗拿出了一把书籍，一千种魔药炼制手册。原来就在此前，伊罗在研究提高灵药效果的方法时，偶然在老父亲房间发现了他，但被他教训了一顿，没想到现在还能派上用场。为关系疏远的夫妻准备的密药，只需要几滴就能让火苗熊熊燃烧，成功的几率达到100%。紧接着伊罗便打开了一个秘密空间，接下来就可以炼制魔药了。画面一转，在魔药炼制好后，伊罗便把任务交给芬恩，而伊罗让他谨记，只需要在伯爵夫妇吃的食物上撒上几滴即可。可精灵来到厨房却犯了难，因为他也不清楚哪些食物是伯爵夫妇的。随后他灵光一闪，那就给所有的食物撒上，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粮食面粉，甚至连水源他也撒上半瓶。嘿嘿，任务完成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二天晚上，伊罗在哪里都能听到幸福的笑声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偷偷躲在房间后面查看情况。伯爵夫妇也不知为何，今天的天气格外燥热，就连心跳也加快。在伯爵打破隔阂后，两人再次恢复了以往的甜蜜。正在门外的伊罗很是满意，看来计划很成功。就在这时，两个捣蛋鬼也走过来，这可把伊罗吓一跳。为了不影响伯爵夫妇，他当即就拖走了姐弟俩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二天，女仆们惊慌失措地翻找房间，在夫人得知是孩子不见之后，很是紧张，所以就推开了房间大门。就在这时，女仆发现了桌面上留下的信件。当夫人打开这封信件时，我们已经离开。俗话说有聚有散，我们也踏上了我们的旅途。这一段时间感谢你的照顾，愿你能从失去儿子的悲伤中走出来，相信两位一定会遇到一段新的缘分，请你像对待我们一样疼爱新的生命。伯爵夫人也没想到他们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他对这个新生命很是疑惑，
画面一转来到几周后，医生对伯爵夫妇给予了祝贺，因为他现在有了新的孩子。伯爵对此很是高兴。就在这时，夫人想到了伊罗留下的信件，他说的新生命就是指这个，难道他们是神明派下来的天使？伯爵为了庆祝这件事情，于是他决定分享这次的喜悦，给城镇所有的居民分发食物。而正是那一年，国家的出生率达到了历史的新高。这一切的起因正是因为一只冒失鬼的失误，但这也给这个国家送上了一份大礼。另一边，两个国宝对一路上的事情很是开心，只有伊罗正担心着要如何才能更快赶回去。按照这样的进程，他们怕是十年赶不回去。如果想要加快时间，他们需要一个跨越大陆的办法才行。就在这时，姐弟俩还想抓几只怪兽玩玩，但伊罗示意两人不用找了，因为他们身上有龙的气息，几人还没到怪物就已经被吓跑了。于是两人想到了山贼，闻此伊罗也是一愣，就算是有他们也不会跳出来，除非是从雪里爬出。下一瞬果然从雪地蹦出几个毛贼，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这就是 flag 吗？果然灵验，这可把伊罗看傻眼。不会吧，说来就来，原来这几个山贼在这里蹲了很久，听到有声音才跳出来，但没想到是几个小孩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小弟示意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换钱，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像是富贵人家。领头的也觉得有道理，随即就让小弟上前把几人抓住。而此刻伊罗内心却是在狂喜，这样就能把他们的大本营一锅端。两个捣蛋鬼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，于是伊罗立马举手投降，我们会乖乖的跟你们走。这直接把山贼整不会了。画面一转，几人便踏上返回山寨的路上，可小弟却感到很不对劲，因为这几个小孩没有感到一点害怕，反倒是像是在游玩一样。片刻之后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山贼的大本营，看上去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，姐弟俩对此很是期待。而伊罗也察觉到这个洞府的石头是特别，这真的是一个山贼洞府。见此，后面的小弟非常得意，因为这是他们老大亲自雕刻的。可就在这时，独眼却打断了他，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外传。随后几人便被关进了铁牢之中，看着胖子慢慢离去，伊罗才敢让精灵出来。紧接着他便让芬恩去检查他们的宝物，而姐弟俩却感到非常无聊。伊罗示意他们不用担心，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好玩的事情，想必山贼仓库有很多宝贝。画面一转，独眼正向他们头目帕布罗汇报抓住到几个小孩的事情，以他们的身价绝对可以赚很多钱。帕布罗很是满意，随即便前往查看他的小财主。他仔细地打量着几看他们的穿着打扮，他确信这些孩子是富家子弟。而伊罗看到首领也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从他的魔力流动来看，他至少是一个等级三的战士，拥有这种力量不可能会选择当一名山贼。而帕布罗被伊罗看着却感到浑身发凉，就好像被一个恐怖的怪物凝视着。随后伊罗便上前询问他的名字，可帕布罗的身体好像不受控制了一般，竟直接脱口而出了，难道是自己感冒了吗？而此刻的伊罗却是两眼放光，嘿嘿，看来抓到了一个冤大头。就在他离开之际，身体还瑟瑟发抖，伊罗还不忘和他打招呼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。在帕布罗离开之后，精灵也探走了，他却是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因为这些山贼穷得叮当响，没饿死就已经不错了。闻此伊罗很是失望，看来这回运气不好，不过人也算是一种财产，随即便打算去会会这几个家伙。而芬恩则留在这里看着这两个捣蛋鬼。紧接着伊罗缓缓将手放在护栏上，轻轻一掰钢筋就断裂了。冤带头们，我来了。本是拿锤子的约德尔，可他却是一个两米八的大高鬼，只因他误食了一种奇怪的果实，因此突破了约德尔身高限制的血脉。就在伊罗见到山贼首领之后，伊罗就知道他找到了一个冤大头，因为他的气息让伊罗无比熟悉。与此同时，回到房间的帕布罗很是疑惑，见到那个小孩后，他浑身就不舒服，就像面对着无法与之抗衡的怪物，身体不由得发抖。但强大的帕布罗怎么可能会让小不点吓？想必是自己没睡好的原因。可就在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小孩的声音，直接把帕布罗的闪现吓出来，这让他很是疑惑，你怎么能跑出来了？紧接着伊罗便上前嗅了嗅，吓得他马上拎起了大锤子。伊罗也更加确定他的身份，帕布罗也没想到眼前的小孩竟然不怕他。随后他便示意给伊罗一个机会，现在马上回到铁牢中，但伊罗拒绝了他的提议，你打我撒。帕布罗脑子一热，直接就挥动手中的锤子，没想到用力过猛收不回来，小子这都是你自找的。却不料锤子没有伤及他分毫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手不自觉就停下来。见此伊罗还不断嘲讽，你只是块头大了点，难道不是吗？紧接着帕布罗再次挥动铁锤，但总在距离一线之隔的时候停下来。不信邪的他连续挥出了9981锤，直到整个人倒下为止。这让帕布罗越来越怀疑他的身份，你这家伙到底是谁？随后伊罗变得严肃起来，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应该也知道，但帕布罗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就在这时，精灵哭着找到了伊罗，因为那两个捣蛋鬼他实在是管不住。见此帕布罗也感到不可思议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精灵。而芬恩也非常疑惑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嗅到帕布罗身上明明有约德尔的气息，但是为何块头会这么大。随后伊罗给出了答案，那是因为他是人类与约德尔的混血，至于他块头如此之大，想必是其他原因。这让帕布罗很是疑惑，他们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而伊罗则是让他好好回想一下，不想不知道，一想吓一跳。原来就在帕布罗小时候，他父亲跟他说过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，如果遇到一个让自己心惊胆战的，不管他的意志如何，尽量服从他。当时的帕布罗对此十分不解，因为他身上虽然有约德尔的血脉，但想必他会稀薄很多，遇到那样的人只管跑就对了。而帕布罗也很是好奇他们的身份，但他们的名字可不能乱说，因为他们会听得很清楚。所以你们的真实身份是龙族，对此伊罗也给予了肯定，恭喜你猜对了。就在伊罗苏醒的时候，老父亲就请约德尔帮他修复受损的房间，而帕布罗的气息和他们一样，所以伊罗便猜到他有约德尔的血脉。当时杰尼洛克告诉他，
龙族可以无条件的命令他们，因为他们身上拥有龙族的血脉契约。在很早以前，因为约德尔一族一个失误，差点让龙族毁灭，所以他们只能不断偿还。而龙族也对约德尔有血脉压制。紧接着，伊罗示意帕布罗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当我们的冤大头吧。帕布罗也没想到自己的命会这么苦，偏偏遇上了这些不吐骨头的家伙。随后伊罗从他口中得知了他现在50岁，在约德尔中他还是一个年轻小伙，因为他们寿命平均在250岁，但对龙族这根本不是什么，所以我就叫你一声臭小子也不为过。现在要开始谈正事，于是伊罗便提出了为他工作10年的条件，这可把帕布罗愣住。随后伊罗示意他不用担心，也许会更快，只要任务结束就立马放他自由。而帕布罗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，居然要10年之久，那当然是为了世界和平送我们回家。闻此帕布罗顶着一个大大的问号，回家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？随后伊罗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不懂事的勇者杀死了一条幼龙，失去孩子的龙爸被遮蔽双眼，最后他灭了一个王国。闻此帕布罗内心猛然一震，他没想到这个故事竟然是真的，而现在有两个 T0 级的爸爸在等他们的孩子回去，所以稍微不注意就会世界末日。但帕布罗很疑惑，为什么这么艰巨的任务会找他？这还用说，当然你长得像冤大头，但不能这样乱说。随后伊罗胡乱找了一个理由，那当然是因为你是天选之人，你看你这健壮的身体和分明的肌肉，英勇无比的气势无人能与之匹敌，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，难道就不应该被龙族选上吗？这样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应该留给你？在伊罗的 PUA 下，帕布罗很快就沦陷了，这可把精灵看傻眼，这怕不是 PUA 中的 CPU。 在帕布罗同意了伊罗的请求后，他身上突然就出现了数道光芒，原来这是约德尔和龙族的血之枷锁，只要答应龙族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。而帕布罗很是疑惑，如果违约了会怎么样？伊罗笑了笑，也没什么生命危险，只是小弟弟不能用而已。画面一转，两人便回到了铁牢中，姐弟俩也没想到会有这么高的约德尔，而伊罗对此也很是疑惑，原来他在小时候还是和正常人一样，但有一次他误食了一个奇怪的果实，一觉睡醒后他就变成了这样子。闻此伊罗顿时一惊，随后连忙示意果实长什么样。帕布罗描述完后，他便快速翻找书本，在一个长得像骨头形状的水果底下，并询问他是不是这个。帕布罗给予了肯定，而此刻伊罗却是两眼放光，因为只要有了这个，他就可以将姐弟俩远远甩在身后，哈哈哈哈。与此同时，帕布罗想去通知他的手下，但伊罗却阻止了他，因为他们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消灭那些该死的哥布林。他还只是挥出了普通的一拳，就让哥布林首领当场领了头发，这直接让吃瓜三人组愣在原地，这家伙真的是小孩子吗？在伊罗得知格劳普鲁特谷之后，他便打算前往寻找，但帕布罗示意他那里有一群雪人哥布林，并且他们极其凶猛，一般人都不敢靠近。但伊罗已经开始敲起小算盘，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消灭哥布林。而姐弟俩对此也很是好奇，什么是格劳普鲁特谷？但伊罗是不会告诉这两个捣蛋鬼，毕竟这是他在身高上突破两人的计划。画面一转，几人便来到帕布罗拿到果实的地方，可这里似乎已经成为雪原哥布林的大本。上次帕布罗来的时候他们没几个，不知不觉就达到了数以百计，但伊罗丝毫没放在眼里，他的注意全部放在了果实身上。可他巡视了一圈后却没看见果实的踪迹，随后帕布罗告诉他果实在他们大本营的中心，这可把伊罗吓一跳，他们不会把果树毁掉了。而帕布罗则是示意他不用紧张，因为树的位置在地下的山洞里，相信愚笨的哥布林是不会发现。闻此伊罗才松了一口气，我的副队长和副副队长现在该做好战斗准备。这可把帕布罗吓一跳，因为他们还没制定作战计划。见此精灵示意他不用紧张，他们可是生物链顶端的龙族，别看他们是小孩子的形态，他们的真实年龄已经有200岁，而其他种族看到他们心中就会出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只见三人直接就朝哥布林的大本营杀去，当哥布林回头看去，没想到只是三个小孩子，但不知为何他们的气势会如此强，哥布林也被吓得无法动弹。现在他们想逃跑显然已经来不及，夏娜仅仅只是一击便击杀了门口的手，而卡尼也不甘示弱，径直就朝其他哥布林杀去，剩下的哥布林见此被吓得疯狂逃窜，这可把帕布罗看傻眼。他知道龙族虽然强大，但雪原哥布林也不是软柿子。闻此精灵给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即使他们的哥布林首领很强大，可在最顶级的捕食者眼前，他也会不由自主的心惊胆战，而帕布罗内心的恐惧想必也是这个原因，光是面对就会失去所有意志，陷入绝望，这就是龙的气场。但这仅仅只是开始，因为他们还有二次觉醒，在经历第二次睡眠期后，光是气场就能吓死一半哥布林。与此同时，山贼的独眼小弟赶过来，为了不暴露身份，精灵只能先躲起来，而他正是被哥布林的叫声吸引。当他看向哥布林的大本营，发现已经被毁了一大半，这可把他愣住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家伙才会有这般破坏力？帕布罗给他指了一个方向，没想到是他们抓回来的几个小孩子。而此刻伊罗几人玩得正欢，这些哥布林对他们来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。而姐弟俩也是拿出了合击技能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独眼小弟再次傻眼，这些家伙真的是小孩子吗？而这家伙也是机智的一批，想必是我们的老大独具慧眼，所以才让他们帮猎杀哥布林，这可把帕布罗整不会了。见此精灵便让帕布罗听他的指挥，随后帕布罗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，那是当然，而小弟对他更崇拜，不愧是我们的老大，是我拜托他们解决掉雪人哥布林。小弟也好奇他们是什么怪物，这让精灵十分生气，你说谁是怪物？没想到帕布罗连这句也跟着说出来，而小弟头上顶着一个大大问号。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不要怠慢他。另一边，伊罗几人已经杀到了哥布林的大本营，
哥布林首领直接就挥动手中的巨斧，产生的威力足以秒杀等级3的战士。可此刻哥布林却是一脸惊愕，因为他没想到眼前的小孩用一只手就抓住了巨斧，而伊罗也是丝毫不慌。接下来该我了。伴随着他轻轻挥出一拳，哥布林便以10倍光速拉开距离，重重的砸在墙上，出场不到两秒就领了盒饭。伊罗还以为他能坚持两下，没想到连一击平力也扛不住。看到这一幕的两人顿时傻眼，现在哪里还敢怠慢？他们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斧头帮，可如今却被两个小孩打得屁滚尿流，只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孩，实际上是连骨头渣子都不吐的聋子。就在姐弟俩消灭了最后一只哥布林后，这场像一边倒的战斗终于结束。看着两人气喘吁吁的样子，伊罗随即拿出了两颗灵药让他们补充魔力。就在这时，伊罗注意到悬崖上的两人，这个家伙还在上面愣着做什么，而帕布罗也察觉到了情况不对劲，于是便提议下去看看。文慈小弟表示要不要他一同前往，可下一秒他却犹豫了，还是老大自己去吧。画面一转，帕布罗一脸和善的来到伊罗面前，而他此刻还是一脸疑惑。见此，伊罗只能友善地提醒他一下，我的格罗乌福特果在哪里。随后帕布罗便来到几块巨石前，而眼前的小洞口正是当年他发现果实的地方。于是帕布罗便俯下查看，只见他犹豫片刻，随后一头扎入石缝中。这可把伊罗看傻眼，这种情况还用尝试吗？你在这里等着就行。而伊罗便独自前往，带他穿过狭小的洞口，前面的光芒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没错，他终于找到了格罗乌福特的位置，而这棵闪闪发光的正是果树。与此同时，伊罗也看到了树上的果实，随后他两眼放光的朝果实冲去，可下一瞬他却是停下了脚步，因为他发现果实没有书上的一半大小，也就是说他现在来早了，如果现在吃了会没有任何效果，药效还会下降。这让伊罗顿时无语，因为果实成熟估计要200年左右。画面一转，伊罗便从洞里钻了出来，可他却是看到伊罗空手而归。随后他从伊罗口中得知果实还没有成熟，但要是被偷了怎么办？闻此伊罗瞬间黑化，如果谁有这个胆量那就试试看了。原来伊罗在那里留下了一道防御魔法，并且还立了一块牌匾警告。而接下来他还要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借用帕布罗的小弟，因为他虽然在里面设下了陷阱，但他感觉还需要加派一群人手才行。片刻之后，伊罗便回到了山寨前，而山贼们也是很快就被聚集在一起。但这些人真的是山贼吗？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找来歪瓜裂枣。不过伊罗有办法让他们做出改变，而此刻的山贼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集合，只有独眼内心慌的一批，他不会是想让我们去杀怪物。紧接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山谷，大家好呀，亲爱的斧头帮乡亲们，接下来我将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，那就是从今天起解散斧头帮。闻此众山贼们在底下议论纷纷，而独眼更是直接跑去问帕布罗，难道这是老大的意思吗？为了让他们服众，伊罗派出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、慈眉善目、善人意识的双胞胎组。见此独眼瑟瑟发抖，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，一声闷棍就直击几人的后脑上，力度刚刚好，懵逼不伤脑。而伊罗则是在后面加油打气助威，要让他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身后的山贼首领亦无能为力，兄弟们，老大也无能为力。画面一转，伊罗对两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，而众山贼们全部举手投降。紧接着伊罗示意他们，连两个小孩子都打不过，还怎么好意思当山贼呢？不过别担心，我会好好的改造各位。男孩训练斧头帮的第一件事是让他们飞下百米悬崖，为此他特地让核弹双胞胎亲自示范降落伞的正确打开方式，这可把他们看傻眼，这些家伙真的是小孩子吗？就在伊罗找到果实后，他决定让山贼帮他看管，但奈何他们的实力太弱，为此伊罗为他们准备了魔鬼训练。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斧头帮的内喊回响在整片山，胖子也没想到他们的力气会如此之大，让别人感受到疼痛，但不会让他晕死过去，想趁机偷懒一下都不行。而独眼则是让他放弃抵抗，现在他已经念头通达，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已经不错了。闻此胖子泪流满面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身体每天都是遍体鳞伤，到了第二天就跟个没事人一样。伊罗则是在背后结结结的笑，那当然是因为我调制的高级药水，只要睡一觉就能恢复到全盛状况，再加上每次训练时伊罗都要用精神圣法磨练他们的意志，所以他们就算是很累也不会偷懒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伊罗从父亲房间拿出来的武功秘籍，虽然只是普通的基础功底，但那些可都是来自龙族的书谱，虽然传授给这些家伙有点可惜，可这也是唯一一个让他们短时间变强的方法，只能便宜他们。与此同时，伊罗询问帕布罗事情办得怎么样，闻此帕布罗给予了肯定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紧接着伊罗便让他们做好准备，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终极训练，狮子如何将幼崽丢下悬崖，让他们变得更强壮，这让帕布罗顿时感到后背一凉，因为他有不好的预感。画面一转，只见所有的山贼身后都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袱，而他们都非常好奇里面装的是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呼喊声打断了众人，随后一辆奇怪的木车从山上飞驰而行，待众人看清，没想到是一辆投石车，帕布罗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好。见此独眼感到非常疑惑，难道我们是要去攻城吗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伊罗就直接进入主题，接下来将有请我们的一号主教为大家示范。只见卡尼屁颠屁颠的朝投石车方向跑去，随后一把跳到投放石头的位置，这可把山贼们吓一跳，他该不会是要把我们抛出去吧？与此同时，卡尼举手表示做好了准备，伴随着伊罗的一声令下，他就如同炮弹般径直朝悬崖射出，而此刻的卡尼只感觉到非常好，
但身后的斧头帮们就如同你手机上的第三个笔记包，这可把他们看傻眼。就在卡尼掉下悬崖之际，他拉开了身后的背包，众人再次被他们的操作震惊，还能这样玩的吗？随后伊罗示意他们，大家都看清了吧，只需要像石头一样飞出去，然后打开背包就可以。但众山贼们却是鸦雀无声。见状，伊罗叫二号助教夏娜再示范一次，而夏娜也如同卡尼一样，完美的展示了降落伞的使用方法。伊罗对此很是满意，只要斧头帮经过这一次锻炼，他们在行动方面就可以迅速出动。紧接着伊罗示意他们，想必你们也看清楚，只需要砰的一声。而斧头帮众人却是在瑟瑟发抖，胖子更是害怕的转身逃跑，但怎么可能在龙族手里逃脱？伴随着伊罗轻轻打响手指，一个巨大的防护罩赫然出现，还没等胖子反应过来，便一头栽了上去。伊罗示意他们不用紧张，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而已，但山贼显然不太相信他说的，毕竟那两个小孩可不是常人。见状，伊罗便将目光看向身后的帕布罗，如果有个常人示范给你看，你们会接受吗？闻此，帕布罗连忙挥手拒绝，大哥不要啊，姐姐一口气能背五本书籍，可一旁的弟弟却表示能背十本。闻此，姐姐顿时汗流浃背，眨眼间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，因为弟弟永远是弟弟。就在几天前，伊罗在训练斧头帮的心理素质时，他们却表示坚决抗议，为此他只能重新找一个让众人服众的人选。随后他将目光落向身后的帕布罗，察觉到不对劲的帕布罗连忙举手拒绝，紧接着伊罗便示意身后的斧头帮过来帮忙。下一瞬，一众小弟蜂拥而至，原来他们已经对老大十分不爽，毕竟大家在进行魔鬼训练时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身后悠闲自在，曾经说好的有难同当，老大不会是想反悔。就这样，帕布罗被一众小弟架上了投石车，在他们的一声令下，帕布罗就来到了天上。而伊罗对此也很是满意，因为帕布罗的块头比较大，但他还是完成的相当出色。紧接着伊罗便将目光落向众人，接下来该你了。而众山贼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借口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响彻峡谷的惨叫声。画面一转来到一个月后，此刻伊罗正一脸担忧，如果有实力强大的敌人闯进，怕是会将果实洗劫一空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学会一些高级技能。但伊罗目前的高级技能只有上次获得那本，而这本书籍连他自己都无法参透里面的内容，更别说那群山贼了。就在伊罗苦恼要该去哪里寻找技能书时，姐弟俩一脸好奇地看着伊罗，随后他们也注意到伊罗桌面上的书籍。而对他们来说，背书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，因为他们在父亲的书房里经常背书。闻此，伊罗顿时就有了主意。紧接着，卡尼自信地表示能背五本，而一旁的夏娜就不乐意，汗流浃背的，我能背十本，想必这两个家伙一定背有高级秘籍，接下来就是一举两得。随后伊罗便让两人冷静下来，既然你们想知道谁背的最多，只需要来一场简单的比试就好。而姐弟俩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，当两人坐下时便开启了无敌烽火。只有身后的伊罗杰节节的笑着，不到片刻，一道完成了的声音传来，只见两人捧着一打厚厚的纸张，这可把伊罗看傻眼，这两个家伙不会是为了完成比试胡乱写，哪有人会写这么快的。下一瞬他却是突然愣住，随后伊罗便全部把内容看了一遍，没想到两人居然写了11本，并且还都是完整的书籍。而一旁的姐弟俩只关心谁获胜，还没的伊罗宣布两人已经大打出手，为此他只能宣布两人平局，而两人谁也不服谁，平局就不好玩了。与此同时，精灵也完成了伊罗交代的任务，现在高级书籍也找到了，完成最后一步就可以离开。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，此刻的斧头帮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斧头帮，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，他们已经完成了蜕变，并且有了堪比特种兵的实力，而伊罗对此很是满意，这才有点斧头帮的样子。随后伊罗对众人给予了祝福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坚持下来，而现在伊罗将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训练，那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下一瞬，山顶上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这可把几人吓一跳。只见小弟慌慌张张地指着前方，一个宛如神明的人出现在天空之上，这可把几人看傻眼，这家伙是谁？难道真的是神明吗？他还召唤出神明的第一件事竟是给斧头帮成员赐福，只因眼前看起来宛如神明的家伙是他们用光线折射制造出来的幻象，但连小学毕业证都没获得的山贼，他们自然是把幻象当成真的。难道我们真的被卡洛斯选中了吗？传说在很久以前，卡洛斯是用魔族尸体堆出来的战争之神。此刻山贼们的内心开始动摇，因为他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神明选中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伊罗在幻象内部忙得不可开交，毕竟用空间折射这么大的幻影还是有一些勉强。就在这时，伊罗的身后突然出现了裂缝，不过幸好还有姐弟俩帮忙，伴随着他们释放出闪电魔法，破碎的幻象很快就修复了，伊罗悬着的心也算是落了下来。而现在他需要扩张空间，让幻象与自己同步。你们都是被神明选中之人，为将来降临在这片土地上的灾难做主，你们将成为照亮即将到来的黑暗的光芒。眼看事情完成的差不多，而现在只需要假装给他们降下祝福就完成。只见神明缓缓抬起手掌，随后山贼身上闪烁着一连串的符文，获得赐福的山贼发出了崇拜的欢呼。紧接着伊罗便让精灵开始下一步计划，得到命令的精灵快速朝一旁的小树苗飞去，只见芬恩将手里的生长药剂全部倒在了树苗根部，在吸收完药水后，下一秒小树苗就快速的生长起来，仅仅只是一瞬间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，这可把山贼们看傻眼。而这正是伊罗给自己设立的一个标志，防止几百年后找不到地方。紧接着神明指向了一旁的山体，这让众山贼们感到非常疑惑。而这时伊罗示意帕布罗赶紧动手，只见帕布罗快速挥动手上的锤子，狠狠朝岩石砸去，眨眼间山体便崩裂开，
随后一个洞穴赫然出现在山贼面前，而这也是伊罗给他们的一个考验。通过考验之人就可以获得祝福，山洞里面正是伊罗给他们留下的高级技能书，但还有姐弟俩设计的陷阱，所以想获得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交代完最后的事情，神明便消散在众人面前，而此刻的一众山贼们都已经相信自己是神选之人，不然之前的种种现象都无法解释。看着山贼们欢呼雀跃，伊罗对此很是满意，不得不夸我真的是一个天才，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安心的离开这里。这可把帕布罗愣住，他知道兄弟们已经把这些事情当真，那些家伙都会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守护古城，没想到他们年纪轻轻就成了别人的打工仔。可等他回过神来，好像自己也好不到哪去。与此同时，伊罗示意帕布罗时间到了，而接下来他们几人将会开启新的旅程。画面一转来到了樱花城，此刻的杰尼洛克正看着龙族所在的大门，不知道伊罗有没有按时吃饭，而他正懊恼着将伊罗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并且老父亲也不知道跑哪里去，如果让他回去看一眼自己就会安心许多。思考片刻，杰尼洛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这些堆积成山的公文一时半会也弄不完，所以他偷偷回去两天应该没人发现了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只见一个男人缓缓开口，该不会打算背弃神圣的义务逃跑吧。虚假的娃控儿子，我想你。真正的娃控连上班都想偷跑过去，他正是我们的爱娃狂魔灭世魔龙杰尼洛克。但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一道声音却打断了他，这么着急走，难道你想要抛弃这神圣的义务？虽然杰尼洛克有点心虚，但他还是强装镇定的回答道，哈哈，怎么会呢，此人正是卡尼和夏娜的父亲卡洛斯。而他虽然没有拆穿杰尼洛克，但卡洛斯看一眼就已经猜到，见此杰尼洛克便催促他离开这里，难道你的事情做完了吗？可显然卡洛斯并不想离开这里，只见他哼着小曲四处观望着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桌面上的水晶球，别担心，我只是怕你无聊才过来看看。紧接着他往水晶里注入了一丝魔力，随后伊罗的身影便浮现在球中。你又在想伊罗了吗？虽然杰尼洛克没说，但他的表情上已经写满了，所以你是打算翘班回去看伊罗对吧？杰尼洛克还想解释一下，但奈何他的演技也太差了。这时卡洛斯提醒他，你应该知道在继承过程中禁止无故离队，如果被发现了是要受到很严重的惩罚。而杰尼洛克也知道，但是被发现了也没办法。卡洛斯也感到好奇，你就这么担心孩子吗？杰尼洛克疑惑地看着他，你不担心吗？卡洛斯点了点头，我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他告诉过卡尼跟夏娜，如果感到无聊就去找伊罗玩，伊罗又不是一般的聪明，老实说他会比我更照顾姐弟。这可把杰尼洛克愣住，紧接着卡洛斯示意他不用太过担心，伊罗可不是一般人，他不仅天生具有四种属性，从他的思维来看不比成年龙差，世界上没有比你更容易养孩子的龙了。虽然话虽如此，但杰尼洛克还是很担心，也许伊罗享受着没有你的自由。随后卡洛斯让他不用担心姐弟俩会欺负，因为他事先交代了要听伊罗的话，而杰尼洛克也清楚姐弟俩的性格。与此同时，卡洛斯也知道家里的捣蛋鬼肯定会闯祸，所以他们也会找伊罗解决。想到这里，卡洛斯觉得自己轻松了不少，不得不夸我是一个天才。但一旁的宠娃狂魔就不乐意，让我的娃去照顾你的娃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吧？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，此刻伊罗正无比头疼，因为姐弟俩为了让他陪两人玩已经叫了一天了，这两个家伙天天黏一起有什么好的？还没等伊罗说完，两个家伙就抱了上来，我上辈子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几人，原来是帕布罗，他准备好了一辆马车方便赶，而伊罗对此很是满意。紧接着他便询问最近的港口在哪里，随后得知了是卢普港口，因为那里距离秋季大陆最近。而此刻伊罗很疑惑，要走多久才能到达？经过帕布罗的推算，最快也要半年，但因为冬季大陆有暴雪的原因，也许行动会受阻，所以预测要一年左右才能到达港口。没想到预测时间比伊罗想的还要久，并且马车在雪地行走得很慢，要是能找到一个快一点的交通工具，说不定就很快穿过冬季大陆。就在这时，帕布罗提出了心中的疑惑，难道联络不上其他龙吗？如果在这片大陆上有认识的龙，也许他能更快的让你们回到家。这让伊罗茅塞顿开，我怎么没想到冬季大陆上也一定会有躲起来生活的龙，可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认识的龙，并且也不知道哪里有。紧接着他便询问起了经理，但他也不认识这里，而两个活宝也非常肯定不认识，如果有其他龙的帮助肯定能大大减少回归行程，也许找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。随后伊罗便询问帕布罗有没有听说过有关龙的传说，虽然他知道一些，但信息并不全面，所以我们可以到人类的城镇打探消息，而伊罗也没有用。接下来就向西边的城镇出发，不出那么可爱，当然要红烧的最香了，再撒上特制的香料，一口下去咔崩脆，鸡肉味蛋白牛肉60个。为了能尽快回到春季大陆，伊罗打算寻找隐藏在冬季大陆的龙帮忙，于是几人便踏上了寻找龙的路。随着天色逐渐变暗，帕布罗示意他距离人类的城镇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眼下他们只能就地扎营。画面一转，经过了一天的旅途，帕布罗决定先填饱肚子。在这冰冷的雪地中，雪兔是最常见的食物之一，闻着兔兔散发出来的香气，姐弟俩已经口水直流了。帕布罗示意两人不用着急，马上就可以出炉了。紧接着他拿出一瓶特制的香料，再次在表面上撒上一层，帕布罗牌秘制红烧烤雪兔就能出炉。在冰冷的雪地吃到一口热乎乎的肉是最幸福的事情，卡尼跟夏娜已经开始狼吞虎咽了，而伊罗仅仅只是尝试了一口就对帕布罗的手艺给予了肯定，没想到你小子的厨艺不错了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便询问起关于他知道的有关龙的故事，而这是他从一个猎人那里听说的。20年前在他村子里有个疑似龙的怪物，下一瞬伊罗却打断了他，
你说龙是怪物是什么意思？对于龙族来说，他们无法忍受别人把他们当作怪物。被吓一跳的帕布罗立马改口，是20年前在他村子里有条高贵的龙先生，相传他的体型非常巨大，有几栋房子那么高，所有的居民被吓得躲在家中瑟瑟发抖。但伊罗觉得这种情报不太可信，因为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了，帕布罗还听说了一些事情，当地城主曾派了大规模兵力，结果却是一个也没有回来，所以他们应该是全军覆没了。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靠近那一座山。伊罗推断，如果证明是龙的话，一定会有目击证明，但如果不是，想必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伊罗突然察觉到身后传来一抖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靠近。闻此的帕布罗立马掏出锤子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随后帕布罗大喊着让躲起来的人出来，与此同时一道声音传来，你们不用那么警惕。随后一个身披长袍的人走了出来，男人名叫雅各布特鲁根，刚好是从这里路过。闻此伊罗顿时一愣，因为特鲁根这个姓氏他感到有点熟悉。而雅各布询问他可不可以借火取娶你，但帕布罗直接就拒绝了。而他也注意到一旁的双胞胎，在有小孩的情况下让一个陌生人加入确实是不明智的决定，随后他便转身离开了。此刻伊罗还在不断念叨着特鲁根这个名字，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随即让帕布罗把他叫回来。如果真的是伊罗所想的那个特鲁根，那么一定要打听清楚，因为打败杰尼洛克的勇者之一的拉比娜就是姓特鲁根。在帕布罗的挽留下，他也同意了留下来。看着伊罗一直盯着自己，他很是疑惑，难道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伊罗直接就询问他，难道是一个人来探险？想必你实力肯定不凡。雅各布笑了笑，我是一个人，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人，这可把三龙听得云里雾里。看着几人疑惑的表情，雅各布轻轻吹响了哨子。见此伊罗顿时一惊，是精神魔法，虽然很浅，但里面一定蕴含着精神属性的魔力。与此同时，空中传来巨大的声响，随后一只六翼雪鹰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只见他气势磅礴地落在雪地上，朝着几人发出了一声锐利的叫声。小孩只是骑在一只雪鹰上，就把男人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六翼雪鹰是地表最强猛禽，但在这几个小孩面前却连大气也不敢喘。原来他们是连骨头渣子都不吐的龙族，如果表现不好，说不定会变成碳烤烧鸡。就在雅各布吹响口哨之后，他便从天而降来到几人面前，而不知情的帕布罗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凶手，立马就掏出了大锤，但雅各布很快就打断了他，并示意他不用紧张，因为这是他召唤的六翼雪鹰，他的名字叫鸣鸡。这让帕布罗感到很好奇，因为这种生物可是出了名的凶猛，原来这只雪鹰是他从小养大的，所以他很听自己的话。闻此帕布罗反应过来，你是一个驯兽师对吗？雅各布尴尬地笑了笑，谦虚地表示还不是很熟练。而一旁的伊罗正思考，一个姓特鲁根的驯兽师，这家伙会是拉比娜的先祖。紧接着伊罗便上前询问他有没有结婚，雅各布摇了摇头，那还有没有其他兄弟姐妹？随后得知了他是一个独生子，并且特鲁根只有他跟父亲是有这个姓氏。闻此伊罗两眼放光，看来他就是拉比娜的先祖。而雅各布对伊罗的问题感到非常奇怪，殊不知伊罗已经敲起了心中的小算盘，虽然直接把他嘎了会不好，但也许能把他当成孤家寡人，让他看不到子孙，这让一旁的雅各布感到了一丝凉意。紧接着帕布罗便邀请他到一旁休息。就在这时，一旁传来了鸣鸡的动静，当雅各布抬头看去，发现双胞胎试图靠近鸣鸡。见状的雅各布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，但事实没有他想的那样，鸣鸡在两人面前表现得非常温顺，这可把他愣住，这可是地表最强猛禽啊。紧接着伊罗便把两人抓了下来，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。而一旁的鸣鸡看到伊罗确实直接被吓一跳，因为在他眼里，伊罗就宛如地狱中的恶魔，吓得他直接就跳了起来。而雅各布却误以为他失控，连忙上前制止，可下一瞬他确实直接躺在地上，在伊罗面前撒起了娇，这可把他看傻了，毕竟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撒娇。随后还让姐弟俩在上面开心的玩耍，帕布罗则示意他不用感到奇怪，这几个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。画面一转，此刻他们再次收拾行李踏上旅途，而雅各布对此表示非常感谢，没想到还要邀请他一起同行。帕布罗只能尴尬地笑了笑，因为这可是伊罗给他下达的任务。在伊罗的催促声中，他们便前往下一个地方，而鸣鸡则是跟在几人身后。一路上伊罗正思考着要如何解决雅各布这个问题，毕竟放任他不管以后还会威胁到杰尼洛克，所以还是先获得更多的情报吧。随后伊罗便开口询问雅各布接下来要去哪里，而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伊罗。闻此伊罗很是疑惑，卡什塔山有什么秘密吗？雅各布自信地笑了笑，因为那座山很有可能实现他的梦想。而伊罗似乎已经猜到了答案，每个中二少年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梦想，雅各布的正是想成为一位驯龙高手。闻此的帕布罗顿时感到后背发凉，小子你有取死之道，龙族作为大陆的最强生物，如果能驯服一条，想必自己也会变得更加强大。沉浸在幻想中的雅各布丝毫没有注意到伊罗的杀意，随后帕布罗提醒他还是保命要紧，雅各布只是乐呵呵地傻笑着。伊罗正考虑要不要直接解决了，但想了想还是先等等，从雅各布的生涯推断，卡什塔山想必不会是龙，那么唯一的解释就剩下他，拥有雷电属性的白虎。如果那家伙真的在卡什塔山驯服了雷虎之后，将成为特鲁根家族的传家宝，也就是拉比娜使用的那个狂雷虎。但伊罗不会让事情就这样过去，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。紧接着伊罗也附和着，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梦想，希望你能够实现它。帕布罗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取死之道千万条，你却选择了这一条。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雷虎，可如今只能躺在地上装死，只因他知道站起来就会吃小孩的大逼洞，这直接把身后的男人看傻眼。雷虎不要面子的吗？时间回到两分钟前，雅各布一行人在山脚下休息了一个晚上，看着眼前的美景，他不由得感叹起，
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身后的伊罗也同意了他的看法。因为这里的风景确实不错，但让伊罗感到奇怪的是，怎么没有看到双胞胎的身影？说起来，雅各布也感到奇怪。按理来说，他们不应该这么安静。随后，伊罗再次询问帕布罗，而帕布罗也是顶着一个大大的问号。难道他们不是跟你在马车上睡的吗？此刻，伊罗知道这两个家伙肯定是出去闯祸。就在伊罗四处观察时，芬恩叫住了他。好消息是双胞胎找到了，坏消息是还带回了一样东西。片刻之后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，只见两人拖着一只雷虎朝几人走来，而他们还在为抓的是小猫还是小狗争论不休。伊罗跟雅各布看了也是直接傻眼，这哪里是小猫，分明就是一只雷虎幼崽。随后只见小雷虎被两人一把丢到地上，而两人还请求伊罗让他们带回当宠。伊罗很好奇他们是从哪里抓到的。卡尼指着卡斯塔山的山顶，原来是早上他们去那里玩正好遇到。两人喋喋不休地说着，让伊罗很是头疼。这两个家伙真的是不嫌事大，而这也是雅各布第一次见到活着的雷虎幼崽。就在他上前看看时，卡尼跟夏娜直接拦住了他，不许碰我的那儿。伊罗再次傻眼，没想到这两个家伙连名字都想好了。与此同时，伊罗注意到雷虎的小动作，只见他偷偷睁开一只眼睛偷看几人，正好被伊罗打了个正着，这可把他吓得一哆嗦。但很快他又闭上眼睛假装晕过去，任凭伊罗如何叫他也不为所动。而伊罗凑到他耳边问，想要红烧还是清蒸，吓得小雷虎直接就跳了起来，并露出锋利的虎爪。但伊罗没有丝毫慌张，小小雷虎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，反手就给他一个大逼斗。而小雷虎只能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这几个家伙。雅各布直接就变成了你手机里的第一个表情包。帕布罗只能尴尬地表示，现在的小孩就是天生神力。大哥，你说这话你信吗？看到小雷虎在地上打滚，双胞胎便上前安慰他。而此刻的伊罗却感到非常奇怪，按理来说雷虎一般不会轻易地离开他的幼崽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恐怖的声音袭来，他的移动方向好像就是几人的位置，而怪物的利爪轻易地把木头拧碎，没想到是一条地龙。雅各布直接被吓一跳，但伊罗示意他不要出声，因为你这样会引起他的注意。随后只见伊罗快速释放了一道空间魔法，一瞬间就把几人隐藏起来。在释放完成后，雪地上便没了几人的身影。雅各布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地释放一个空间魔法，这家伙真的是一个小孩。与此同时，地龙也走到他们前面并停下了脚步，因为他观察到这里明明有动静。而雅各布不知道自己幸运还是不幸，竟然让他同一天遇到雷虎和百年难遇的地龙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也就是说卡什达山上的不是传说中的龙，而是一条地龙，这让他有些许失落。回过神来的雅各布将注意力放到了伊罗身上，因为他发现伊罗的反应能力极强，并且还能快速释放魔法，难道真的是一个天才吗？就算是天才，在他面前也不过如此，但还是要先解决眼下的危机，因为地龙发狂了。没想到三条恶龙也有被吓得逃窜的一天，因为突如其来的地龙让几人来不及躲闪，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想要打败成年地龙还是有点困难。于是他当即就询问了芬恩，但他也没有应对的办法，因为地龙虽然不是纯血的龙，可他身上也有一丝龙的血脉，所以他比一般的陆地生物要强上许多。要想对付地龙至少要有三到四名一级强者。看着近在咫尺的龙，伊罗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全军覆没，但一条地龙为什么突然就出现在这，这让他很是疑惑。随后伊罗注意到地上瑟瑟发抖的小雷虎，可能是跟着他的踪迹寻来的。与此同时，地龙观察了半天也没有异常，随后便转身离开了。见此，伊罗也松了一口气，幸好他没什么耐心，不然可就惨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而伊罗也顿感不妙。不会吧，贼老天，你想害死我是吧？下一瞬，一道闪电径直朝他们的位置劈下，而有一道闪电恰好该死的。紧接着伊罗快速举起雷元素时，如果没有他，想必自己就要变成红烧龙了。就在伊罗以为能松一口气时，此刻正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，空气突然凝固，让气氛显得有些许尴尬。几人二话没说，立马就开溜。姐弟俩顿时被吓哭，他为什么要追我们？跑在身后的雅各布很是疑惑，帕布罗也就算了，为什么三个小屁孩会跑得这么快？他知道几人肯定不是普通人。与此同时，地龙也追了上来，只见地龙朝他张开了血盆大口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雅各布吹响了哨子，而地龙也察觉到一丝危险，但他已经来不及躲闪。下一瞬，铭记的利爪便朝他袭来，对着他的脑袋狠狠来上一击。而地龙也停下了步伐，这对伊罗几人来说是一个逃跑的机会。芬恩当即就让伊罗往树林跑，因为那样可以干扰地龙的速度。为此，几人便立马反方向朝树林跑去，一瞬间就与地龙拉开了距离。看着在天空不断盘旋的雪鹰，这让地龙很是恼怒。紧接着，他突然对鸣姬发起声波攻击，而鸣姬也没料想到地龙会远程攻击，一阵眩晕感让他失去了意识，随后径直朝地上坠落。见此，雅各布顿时就紧张起来，随即就朝身后跑去，这让伊罗陷入了两难。如果他们现在跑到树林里面，肯定能摆脱地龙的追击。经过一番挣扎后，伊罗还是选择了回头。该死的，如果你这次能活下来，我一定会揍你一顿。而三人也是突然愣住，虽然他们不知道伊罗为什么要回头，但还是毅然决然地跟了上去。而小雷虎也陷入了思考，现在只要他逃跑就可以摆脱劫。尽管他很害怕，但还是跟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雅各布来到了鸣姬面前，但他的状态似乎不太乐观，而地龙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，对着他的翅膀一口就咬下去。你这该死的小蜥蜴！下一瞬，一道魔法攻击径直朝地龙袭去，虽然对他造不成伤害，但地龙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。小小的人类也敢对我出手，朝着雅各布就是一击神龙摆尾。而地龙的速度让雅各布根本来不及躲闪。
没想到姐弟俩也有碰上硬茬的时候。手持绝世宝剑竟然没有对地龙造成任何伤害，难道这家伙是用龟壳做的吗？在面对雅各布的挑衅，地龙的尾巴狠狠地朝他袭去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伊罗也及时赶到，随后便一把将其拉了回来，而雅各布也幸免于被击毙。在这种时候，伊罗也不再保存实力，只见一道魔法快速地被释放出来。为了提高攻击的伴随，伊罗还特地施加了旋转魔法，伴随着伊罗掷出攻击，径直朝地龙的脑袋袭去。下一瞬，地龙便将伊罗的魔法吞噬。见此，伊罗顿感不妙，他没想到地龙的能力会这么强，竟连空间魔法都能咬碎。不过幸好他不止一种属性。随后伊罗再次释放了一道精神魔法，就在伊罗以为可以将其控制之时，没想到地龙一下子就挣开了束缚。该死，连精神魔法都没能束缚他。精灵提醒伊罗，地龙虽然不会魔法技能，但是他们的争斗之心极强，而且魔抗性极高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下一瞬，地龙的深渊巨口便朝他张开，而此刻姐弟俩也赶过来。只见两人拿着剑对着地龙就是一顿疯狂输出，但他们也没想到地龙的龟壳会这么近，就好像砍在坚硬无比的石头上一样。看着地龙，似乎刚才的攻击还是有一定效果。随后伊罗便示意两人继续朝着地龙的脑袋攻击，因为那里想必是地龙的弱点。闻此，姐弟俩再次朝地龙杀去。在受到攻击后，那家伙果然和伊罗料想，虽然他的魔抗极高，但他无法保护到内脏器官。在姐弟俩拉扯地龙的仇恨时，伊罗则在一旁进行远程输出，而伊罗很快就抓住了机会，对着他的嘴里就是一顿魔法套餐。尽管地龙的鳞片很硬，但此刻也只能败下阵来。不得不夸我是一个天才，可姐弟俩就惨了，因为他们的手此刻感觉不到任何东西，而一旁的两人却是直接傻眼。几个小孩子在跟地龙对抗，我的眼睛真的没有看错吗？帕布罗只能尴尬的回应，我的侄子们是挺强的。随后他示意雅各布不要多想，因为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与此同时，伊罗示意姐弟俩再坚持一下，要把地龙彻底解决才行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再次发出一声怒吼，没想到还有一条地龙，这是伊罗始料未及的，眼下的还没解决，看来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，卡尼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因为一条地龙他们都应付不过来。而伊罗心中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实在不行就暴露身份，带着雅各布和帕布罗飞走。就在伊罗示意姐弟俩做好准备时，身后又一次传来动静，是两只成年的雷虎赶过来。看小雷虎的反应，他们应该就是小雷虎的父母，而雷虎的出现让地龙也没反应过来，他们上来就是对地龙进行一顿撕咬。伊罗知道应该是小雷虎受到伤害，他的父母肯定是坐不住，现在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他们这边了。在地龙没有完全苏醒之前，伊罗果断地选择了出手，随后一道锁链便将其牢牢锁，没有另一条地龙帮忙，三人对付一条地龙已经绰绰有余了。经过三条小龙的不断努力，恐怖的地龙怪最终被他们打倒，但一旁的雷虎夫妇就没有那么幸运，他们最后燃烧了本源才将另一头制服。时间回到几分钟前，伊罗抓住机会对地龙使用了一道精神魔法，一瞬间就让地龙失去了行动能力。紧接着三人拿着兵器朝地龙杀去，与此同时伊罗也示意帕布罗上前帮忙，因为他们刚才的消耗太大，战斗力明显下降了很多，而远处的雅各布只能呆呆地看着，毕竟这种战斗他完全帮不上忙，不拖后腿都算好了。经过几人的不断输出，绿色的地龙最终应声倒地，伊罗几人也是精疲力竭了。如果再来一条地龙，那么他们只能变成龙形态。另一边的战斗也是十分激烈，听到一旁的动静，这让远处的雷虎幼崽很是担心。此刻雷虎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只见雷虎爸爸纵身扑向地龙，用锋利的獠牙不断撕咬，但地龙也不是吃素的，反手就将雷虎一口咬住。在体型上，地龙一直占有巨大优势，很快他就被地龙甩飞出去。此刻雷虎爸爸显然快站不住脚，而地龙也十分狡猾，丝毫不给雷虎反应的机会，随即就释放了声波攻击，让雷虎本就受伤的身体再次受到重创。是地龙狠狠地挥动尾巴，这一击下去，雷虎爸爸肯定会当场死去。就在这时，雷虎妈妈义无反顾地扑了上去，帮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，雷虎妈妈也因此被击飞出去，随后重重地撞在一棵树上。看着自己的妻子倒地，雷虎燃烧了自己的本命核心，开启了狂暴状态，朝着地龙不断撕咬。在雷电之力的加持下，地龙坚硬的鳞片被雷虎刺穿，强大的电流让他瞬间失去了战斗力。这一次雷虎爸爸已经做好了与地龙同归于尽的准备。随着地龙的惨叫响彻了整片森林，雷虎与地龙的战斗也落下了帷幕。就在伊罗几人休息的时候，一头雷虎正朝他们走了过来，看到自己的爸爸，小雷虎立马就扑了上去。在确认自己孩子没有受伤，他也放心下。随后雷虎将目光落向伊罗，可雷虎并没有任何的表情，他似乎已经看出了伊罗的身份，随后丢下小雷虎转身离开了这里。这让小雷虎很是疑惑，他立即就跟了上去，但却被伊罗拦了下来。伊罗和雷虎四目相对，而他也看出了雷虎爸爸的意思。雷虎露出最后一个微笑以表感谢，便朝着森林深处一跃而起。不知情的小雷虎以为爸爸不要他，芬恩知道这是雷虎给孩子做最后的告别，因为那只雷虎已经做好赴死的心理准备了。下一瞬，森林被一阵金色的光芒点亮，而那想必是雷虎最后的能量。紧接着伊罗便让芬恩留下了照看双胞胎，他上去查看一番是怎么回事。闻此芬恩很是担心，因为现在贸然上山会有危险。看着伊罗坚决的态度，他也没有再躲。就在这时，小雷虎发出一种哼唧的声音，只见他可怜巴巴的看着伊罗，祈求能让他一同前往，而伊罗也答应了他的请求，随即便飞快地朝刚才的方向跑去。而此刻伊罗心中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当他到达现场后，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的说不出话。只见一条地龙和两头雷虎躺在地上，场面看起来十分的惨烈，这些应该都是小雷虎的爸爸妈妈做的。
而小雷虎有点不知所措，随即上前用小脑袋不断蹭着他们的身体，试图将他们唤醒。伊罗看着这一幕也很是揪心，因为就和他上一世一样失去了父母，紧接着便上前安慰着小雷虎。他还刚收服的小雷虎转手却将他送给别人收养，只因男孩接下来的旅途会非常危险，如果将他带在身边会出现不必要的伤害。在雷虎夫妇死亡后，伊罗便将他们埋葬在雪山上，而他也清楚雷虎和地龙同为山上的霸主，就算是没有他们的介入，双方的结局必然有一方陨落，毕竟一山不容二虎。如果按照故事的剧情推断，在雷虎与地龙死亡后，雅各布意外捡到了小雷虎，最后就是与雷虎签订契约，但伊罗肯定不会让他按照原剧情发展。如果现在能提前将雷虎收服，那么他以后就不会对他造成威胁。紧接着伊罗便释放了一道魔法，随后一道红色的能量将小雷虎包围，这让他很是疑惑。当小雷虎回头看去，只见伊罗身上散发出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，小雷虎被吓得趴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而伊罗示意他不用紧张，如果你相信我，我就收留你。看着伊罗真诚的眼神，雷虎也伸出了自己的小手，伊罗也没想到会这么快成功，以后雷虎就是他的伙伴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他。雅各布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，他这次更加肯定自己的看法。虽然现在的雷虎还行，可也不是轻易就能驯服，所以你的身份就一个。闻此伊罗顿时一愣，难道他看出我的真实身份了吗？就是传说中的高等精灵，森林的守护者。这让伊罗顿时傻眼，他在说什么怎么完全听不懂，看来他是误会自己。如果不需要帮这小子解除误会，让他继续这样下去，岂不是让自己的身份更加安全？紧接着伊罗便表现出一副高贵的样子，没错，我就是树林的守护者，精灵之神。一旁的帕布罗很是疑惑，这家伙又想搞什么名堂？卡尼跟夏娜也是顶着大大的问号，伊罗怎么用精灵的语气说话？紧接着雅各布将目光落在姐弟俩身上，而精灵也给他们编了一个身份，他们是我的精灵武士。但姐弟俩并不满意，因为精灵在龙族眼里的地位非常低，自然是不乐意与他们做比较。与此同时，伊罗话锋一转，你能帮我照顾这只小雷虎？闻此雅各布内心猛然一震，而姐弟俩也不同意伊罗这个要求，但伊罗肯定有自己的用意。就在这时，他用眼神示意帕布罗，而他也是心领神会，一把就将两个捣蛋鬼提到一旁。随后伊罗再次问雅各布愿不愿意，但雅各布非常疑惑，因为这只雷虎是他驯服的，为什么不自己培养？而伊罗也是给他简单的说明了情况，他们接下来还有很艰难的旅途，雷虎的年纪还小，他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。雅各布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，毕竟连精灵都觉得危险，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的。而将雷虎交给他也十分放心，因为伊罗知道雅各布一定会照顾好他。随后雅各布也不再拒绝，我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好他。紧接着伊罗便示意小雷虎要听雅各布的话，而小雷虎闻此很是失落，难道主人也不要他了吗？看出小家伙的不舍，伊罗上前安慰他不用担心，以后一定会回来接他。小雷虎也相信他说的话，随后便朝雅各布走去，而雅各布便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并保证以后一定会照顾好他。交代完一切，伊罗总算是放心下来，雷虎以后也不会成为敌人。与此同时，伊罗还想起了另一件事，那就是要给雷虎吃光属性的晶石，等他长大了你就知道它的作用。在闲聊中，太阳也随之落下，雅各布也到了与伊罗告别的时候。虽然在这里没有找到龙族，但还是有意外的收获。这时伊罗感觉到身旁太过安静，当他回头看去，姐弟俩气鼓鼓的抱桌上，并表示以后不跟他玩了，伊罗只能尴尬的笑笑，怎么把这茶忘了？随即拿出两颗高级灵药，当他们看到灵药瞬间就将刚才的事情抛到脑后，还是伊罗对我们最好了。他们本是可以征服世界的龙族，可没想到最先征服的是眼前的少女，这可爱到犯规的脸蛋谁能抵抗？在与雅各布告别后，伊罗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普鲁港口。卡尼跟夏娜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，还没进城就已经想好在城中玩上三天三夜。刚踏进城门就看到了人山人海，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的城市，并且还看到了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巫族。芬恩示意两人不用大惊小怪，普鲁港口是一个特别的城镇，因为秋季大陆和冬季大陆间物资往来，所以这里的人流量是大陆最大的城市之一。伊罗看着这个繁华的港口陷入了沉思，没想到花了大半年才到这里，他现在只想快点回家。突然姐弟俩就黏了上来，并且还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，伊罗对此很是无语。紧接着帕布罗打断了几人，因为他们目的地到了。当伊罗下车看去，却是感到非常疑惑，他没想到帕布罗口中说的地方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帕布罗只能尴尬挠了挠头。他最后一次来这里已经是十年前了。当大门被缓缓推开，一个黄头发的少女出现在两人面前，进门的同时帕布罗仔细打量着这个地方，试图寻找他熟悉的身影，而少女很快就察觉到不对劲，难道你是帕布罗叔叔？这可把帕布罗听得一愣，见此少女便介绍自己的身份，我是莫娜，难道你忘记我们了吗？这时帕布罗才想起来，那个小不点已经长这么大了吗？紧接着莫娜便示意妹妹出来看看，随后一个红头发的少女从房中走出来，而露西亚一眼就认出了是帕布罗叔叔。看着他们如此热情，伊罗知道他们应该认识很久。与此同时，帕布罗四处观察着，因为他很好奇他们的父母去哪里，而姐妹俩也是直接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帕布罗。在三年前，他们的父母就因为车祸离开了，帕布罗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对此感到非常抱歉。紧接着便示意两人有什么困难就找他帮忙，毕竟他和哈蒙曾经是出生入死的兄弟。就在这时，露西亚注意到帕布罗身后的小孩，难道他们是你的孩子们？闻此，帕布罗连忙否认，随即信誓旦旦地说道是自己的侄子。可姐妹俩没那么好糊弄，他们一眼就看出了帕布罗心虚的样子。当莫奈蹲下来看着双胞胎时，两张可爱的小脸蛋出现在他的眼里，他的少女心一下子就被击中，这可爱到犯规的脸蛋谁能抵抗？随即便一把抱了上去。果然，女生都是无法抵御可爱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露西亚注意到一旁的伊鲁，小弟弟你饿不饿？伊罗轻轻点了点头，
好像还确实有点饿。文慈姐妹俩立即跑去给几人做好吃的，而伊罗则是露出了一脸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样子。瞧瞧我这该死的魅力。画面一转，伊罗慵懒的躺在床上，好久没吃的那么开心了。此刻伊罗也好奇帕布罗是怎么认识他的，而帕布罗也是给伊罗讲述了他的过往，他们的父母就是他当雇佣兵时候的朋友，最后他们为了抚养孩子结束了佣兵生活，开了这间旅馆。与此同时，伊罗示意帕布罗是不是忘记了一些事情，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。帕布罗当然记得，只是刚到这里看到伊罗杀气腾腾的样子，帕布罗连忙跑路，我现在马上去找船。而伊罗也示意芬恩一同前往，顺便帮他们补充一些灵药回来。就在这时，伊罗注意到身后突然没了声音，当他回头看去，发现姐弟俩已睡着，这两个家伙整天就知道玩，想必是累坏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也打算休息一下。片刻之后，他们的房门被莫娜推开，可露西亚却发现姐姐开门就不说话，这让她很是疑惑。随后才发现三人已经睡着了，没想到他们睡觉的样子也会那么可爱，于是两人便退了出去。那就让他们好好休息吧。男孩与黄毛只是对视了一眼，就被黄毛无情嘲讽成小矮子。身为绝世恶龙的他，何时受过这种鸟气？于是他当场做出反击，而男孩的行为让他直接看傻眼。小子，我们走着瞧。时间回到早上，经过两个月的奔波，伊罗终于可以睡一个饱觉。当他醒来时，露西亚正在给他们准备早餐，而姐弟俩此刻已经迫不及待。与此同时，伊罗也询问起了关于前往秋季大陆的事情，帕布罗也确定了船只出发的时间，他们将在两周后开船，但他们要吃的灵药没有找到。而这也在伊罗的意料之中，因为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过灵药，人类的食物只有味道好，但对龙族的成长没有一点帮助。乘船到秋季大陆大约要两个月，无论如何都要在出港前准备修炼的资源。帕布罗示意伊罗不用太过担心，怎么说这里都是冬季大陆所有物资聚集的地方，如果这里找不到，那么其他地方更不用说，只能暂时这样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烧鸡突然拍在桌面上，而这正是莫娜给几人准备的早饭。这可把帕布罗看傻眼，谁家的早饭会这么丰盛？莫娜则是哼了一声，这是给小家伙们准备的。帕布罗尴尬之余，还是忍不住尝试了一口，毕竟他可没有说不吃。仅仅只是吃了一小块，帕布罗便赞不绝口，因为这跟他父母做出了的味道如出一辙。紧接着，帕布罗便询问露西亚唱歌的事情。小时候，他的音乐天赋很高，每当露西亚唱歌的时候，旅馆里就会挤满。就在这时，伊罗注意到姐妹俩的异常，因为当帕布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两人的情绪明显不对劲。伊罗随即给帕布罗腰子来了一拳，不知情的帕布罗还一脸懵逼。当他抬头看去，才发现姐妹俩的情况，露西亚已经不唱歌了，那么好的才能为什么要被埋没？就在莫娜准备回答的时候，身后的动静打断了几人，只见四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出现在旅馆门口，这让伊罗很是疑惑，难道他们是来找茬的？但一旁的旅客却是习以为常，就好像他们已经猜到接下来的事情。见此，帕布罗立马起身，如果你们要欺负他们，就先掂量掂量自己。紧接着四人突然站成了两排，随后一个男人从大门走了进来，只见他单手向莫娜小姐行了个礼，然后转身走向露西亚。下一秒，一束鲜花就出现在他面前，看起来好像是他的追求者。这肉麻的行为让伊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哪里来的中二少年？但伊罗也看出了露西亚似乎不是很情愿，还没等他说话，男人便制止了他。今天只看到你的脸，我的心已经找到了平静。而露西亚只能尴尬地拿着男人送的花。就在黄毛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伊罗抬头看去，而两人的目光落在了彼此身上，小黄毛却是露出了轻蔑之色。见此的伊罗直接气炸，这家伙很明显是在嘲讽我。很快伊罗就想到了应对之策，我好困呀，露西亚姐姐可以抱我睡觉吗？这可把帕布罗看傻眼，露西亚没有犹豫，直接就将伊罗抱了起来，真拿你没办法，我抱你回房间睡觉吧。而小黄毛气得浑身颤抖，小样，根本大爷揍你还是嫩了点，看看这醋坛子你能不能吃饱。受不了的小黄毛只能气冲冲地离开了旅馆。小孩只能有什么坏心思，他只不过是想要姐姐抱抱，就直接把一旁的小黄毛看傻眼，可他对此却无可奈何，随后只能气冲冲地离开这。看到这一幕的帕布罗很是疑惑，他没看错的话，那小子应该是吃醋。莫娜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是拳击家的儿子凯利。闻此他也是一愣，难道是拳王泰瑞斯？莫娜给予了肯定，他现在已经不是打手，而是一位男爵，这让帕布罗直接惊掉了下巴。原来泰瑞斯曾经是一名顶级的打手，他平定了普鲁港口的黑帮，获得了领主授予的男爵爵位。帕布罗很是得意，我就知道那小子日后必成大器。不过刚才看他儿子好像是对露西亚有意思，你怎么不叫露西亚好好表现呢？说起这个莫娜就头疼，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帕布罗不解，因为无论是家庭还是长相，凯利都说得过去。随后莫娜道出了其中的缘由，因为凯利才14岁，而露西亚已经22岁，这直接让帕布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那家伙才14岁，看他人不大，胃口却是不小。说起这个莫娜就很是恼火，你们这些老家伙就别打去了。画面一转来到房间，经过帕布罗的探寻，终于找到了一些买药材的地方。于是伊罗直接就停下来手中的事情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灵药问题。当他起身时，姐弟俩也表示要一同前往，如果带上他们进度肯定会慢很多，所以伊罗直接就拒绝。见此两人开始了撒泼打滚模式，但伊罗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声音打断了几人，原来是莫娜和露西亚给他们准备了一些新衣服，看到有新衣服，姐弟俩很快就换上，两人也被几个小孩的可爱深深吸引。莫娜担心他们的衣服太单薄，所以随便准备了几套衣服，没想到穿起来会这么好看。帕布罗叔叔是怎么带孩子，大冬天让几个小孩穿这么单薄的衣服？帕布罗有苦说不出，他们可是龙族。紧接着伊罗便拜托露西亚帮他照顾姐弟俩，因为现在不方便带着他们，
一定能找到灵药吧。帕布罗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，于是两人便迈着自信的步伐前往。时间很快就从中午转变成黄昏，只见街边坐着一个失落的男孩，旁边的帕布罗只能跪着痛哭流涕。没想到所有的药材店都没能找到灵药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会是第一个因营养失调而死。就在这时，几道吵闹的声音引起了两人，只见大街上有一伙人拦住别人的去路，当他们看去才发现是凯利，看样子他是遇到大麻烦，因为连他这个伯爵儿子都赶到棘手，想必这个家伙的背后势力不简单。突然有另一伙人也加入了进来，刀疤脸恶狠狠地威胁凯利，我可以理解为你们要对我们宣战是吧？凯利的护卫顿感不妙，这些家伙明明就是故意找他，你们难道不怕我父亲找你们麻烦？刀疤男假装沉思了一会，随后露出嘲讽的表情，我想他不会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就在这时，帕布罗打断了几人，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拿刀乱晃看起来不太好，凯利看出了他就是店里的那位大叔。见此，刀疤男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。帕布罗自信地拨了拨头，就算离开十年了，难道没有人听说过帕布罗这个名字？一旁的小弟听到这个名字心中猛然一震，难道是血府帕布罗？于是小弟给凯利讲述了一些事情，当男爵在被授予爵位之前为统一黑帮而展开战争时，他不小心落入了对方的陷阱，最后还是帕布罗一个人拿着斧头将伯爵救了出来。这时凯利才知道眼前的大叔就是他爸爸常说的救命恩人，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你，久仰伯父的大名。帕布罗尴尬的小脸一红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用大惊小怪的。而刀疤男也上去打招呼，我叫达蒙，是港口管理的一个小组织。当伊罗靠近他时，却发现他不对劲，那家伙身上散发出的这种气息是什么？达蒙没有停留与帕布罗告别后便离开，这让帕布罗也感到奇怪，难道这家伙就这样离开？伊罗心中有一丝不好的预感，这家伙迟早要大祸临头。人家那么远，当然是男孩子。为了获得赛琳的项链，伊罗直接拿出了卖萌术，这可把凯利看傻眼。大哥，你不要面子的吗？时间来到晚上，泰瑞斯终于见到了曾经的老朋友，这一别两人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，你这个无情的家伙，十多年也不回来看看我。帕布罗只能尴尬的笑笑，毕竟山贼的日子不好过呀。看着这富丽堂皇的客厅，帕布罗很是欣慰，没想到曾经只会打架的那个小子会那么成功。就在这时，帕布罗注意到伊罗的表情，随后便说明了来这里的目的，有没有关于珍贵灵药的消息。泰瑞斯让他放心，因为在刚才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他就派人去找。与此同时，伊罗询问寻找灵药会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刚才的情况好像有人在针对他。帕布罗热情地介绍道，这是我的小侄子。泰瑞斯也很无奈，达蒙那个家伙确实烦人，这让帕布罗很疑惑，难道他们敢挑衅贵族吗？随后泰瑞斯便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很多船只莫名出现问题，让商贩对他们的势力产生了怀疑。达蒙也趁机介入，只要稳定的运营卢普港口，领主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他也是一个地痞流氓出身。帕布罗听完一阵头大，还不如我的山寨过的书。紧接着泰瑞斯话锋一转，我们好久没见了，总不能说这种丧气话吧。随后帕布罗用余光看向伊罗征求同意，看这家伙寻找灵药的份上，就让你尽兴的玩耍一次。看到伊罗的动作，帕布罗露出欣喜之色，也就是说他同意了，今晚我们就不醉不归。临走时，泰瑞斯还嘱咐凯利要照顾好伊罗，这可把两人看得一愣，谁也不服谁的表情，我居然要陪你这个小不点。因为在凯利眼里，伊罗就是啥也不懂的小屁孩，但他父亲交代了任务自然是要做好，他只能无奈地带伊罗去他房间玩。闻此，伊罗一脸嘚瑟地哼着小曲让他带来到房间，凯利让他好好待着就行。话音未落，伊罗已经自顾自地玩起了小人，这可把凯利看得一惊，随即一把将小人偶抢回，这可是我的限量版钢铁士兵，我自己都不舍得玩了。伊罗皱了皱眉头，果然男人至死都是那个少年。就在这时，伊罗又注意到桌面上的纸张，并且看到了露西亚的名字，我的夫人露西亚戴上的金银的项链。闻此，凯利一下子就泛起了泡泡茶壶，立马转身想把项链拿着，但伊罗已经先行一步拿在手。当盒子缓缓打开，从里面迸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一颗眼泪状的蓝色宝石映入眼。还没等伊罗仔细观察，凯利就一把夺回抱在怀里。项链倒是不错，字却是丑了一些，项链应该很适合露西亚姐姐。听到伊罗这么说，凯利很是高兴，因为这条项链他花了很多时间寻找才找到的。伊罗很疑惑，难道外面的商店没有吗？那是当然，他的名字叫赛琳的眼泪。伊罗点了点头，看起来就是比普通的好，可下一瞬他却是突然愣住，那真的是赛琳的眼泪吗？凯利给予了肯定，这可是让工匠鉴定过的。伊罗内心也十分震惊，那件事怎么会在这里？传说海皇是大海的统治者，他比任何人都疼爱你，他把自己女儿最后的眼泪收集到一起，做出了赛琳的眼泪宝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就是通往水中迷宫的钥匙。海皇的水中迷宫是原作的主人公一行人进行召唤的重要场所，我要比他们先把赛琳的眼泪弄到手。只见伊罗结结结的笑起来，随后叫了一声哥哥。凯利也是一愣，难道是幻听了？当他低头看去，只见伊罗抓着小手嘟起嘴，哥哥可以把这个好看的项链送给我吗？这可把凯利看傻眼，是哪根神经搭错线了吗？